各位议员同仁哦，管会的一级主管吼，咱媒体甚至说叫甚至大家搞砸吼，因为今仔日呢，咱继续来审查咱钟医生呢，咱今仔日呢，第一个就是政化处，那我们是不是请政化处先下来？我们主席陈议员，我们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媒体记者朋友，还有我们县府跟议会的团队，大家早安。那金发处在此向大会来报告106年度的单位预算，以及附属单位预算、产发基金。在报告预算之前，我先来介绍我们金发处的团队。我们第一位是我们健管科科长、代理副处长李逢明李副处长。第二位是我们开发科的科长苏文杰苏科长，第三位是我们食管科的科长我们刘锦龙刘科长，第四位是我们工商科的科长柯凯义柯科长，最后一位是我们城规科的科长冯规金冯科长。经发处106年度的预算为1亿。那个处长，那个我们先到后面没关系，我们那个行政单位。业务单位的话，先到后面。好，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需要业务的先哦，配合的先，恁甲随落来就好，好不好？好，谢谢主席。好，向大会报告。金发处106年度的预算为1,114,000元，较105年度的预算为1,411,000元，增加104,400,000元。增加主要都是中央补助的金额增加所致。第一，我们针对我们工商发展科部分，106年度的预算为8,350,100,000元，较105年度的预算为8,085,300,000元，增加219,800,000元。其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产业发展基金中央核定的补助额增加所致。第二个，城乡规划科的部分，106年度的预算为1,807,300,000元，较105年度的预算为1,983,700,000元，减少了176,400,000元。其减少的原因也是中央补助我办理都市计划书图重置及整合应用计划的金额减少。那在建筑管理科的部分，106年度的预算为400,100,000元，那105年度的预算也是400,100,000元，那金额是相同的，没有增减。在使用管理科的部分，106年度的预算为2,318,000元，较105年度的预算2,249,800,000元增加了61万。其增加的因素是因为我们中央补助办理原有住宅无障碍设施改善的费用增加的。那开发科的一个预算在106年度预算为1,292,100,000元，那105年度的预算也是1,292,100,000元，也没有什么增加。再來跟大会报告我们产发基金的部分，那本年度的业务收入为3,4,995,600,000，较上年度的预算4,6,635,200,000，减少了1,1639,600,000。那主要是我们整个大埔美一期、二期跟马稠后一期的土地处分也接近到了尾声，那购地厂商缴交的开发管理基金费用减少所致。那本年度业务的成本与费用3,1812,400,000，较上年度的预算2,3902,100,000，减少2,089,700,000。主要因素是说，本年期接管管理维护以来就实际的支出与收入面积做一个检讨故需认列相关成本计算的损益下降所造成的因素第三个，本年度业务外的收入200,000元较上年度预算是50,000元，增加150,000元主要是实际历史与收入的增加。第四，本年度业务外的费用1,629,000元。以上年度预算2,990,000来做一个比较，减少了136,100,000，主要是说办理土地
处分程序中一些相关费用的减少所致。那106年度哈，这一年度的本期预估剩余为3043,000元啊，以上做这样的一个报告，我们请大会来给我们指导，谢谢。各位议员，咱对金华处这边这有什么意见无？无安尼，伊这个本处啊吼，啊就照惯了通过。好，那我们谢谢财政税务局。大会主席陈议员、各位议员、李氏先生，大家早安。那么首先介绍财税局的团队的。那么左边的第一位是我们副局长肖俊敏肖副局长，他的主要工作是要相助整个财税业务。那么接着是我们的秘书林烈珠林秘书，那他的工作主要是办理整个相助税务的业务。那再来是财务管理科王科长，王科长王美义哈，他的任务呢，只要是预算审查跟库款的调度。那么接着是公有财产科陈科长陈小林，他的任务是现有财产的一个管理。那么接下去是我们的烟酒管理科代理科长赖达林，主要的工作呢是在辅导合法业者跟取缔非法的一个这个任务。那么接着是我们库管支付科代理科长李彩燕李科长，他的任务是现库支票的一个支付。那么接着是行政科黄雪玲黄科长，他的任务是听设跟文书管理。那么接着是会计室的蔡文丽蔡主任。那么从右边的第一位是我们的土地税科赵科长赵建立，他的任务是地价税跟增值税独立增值税的一个开征。那么接着是房屋税科高中点高科长，他的工作呢是房屋税跟契税的开征。那么接着是消费税科股长李美玲，他的科长临时有任务了，他的科长叫黄奇哲，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牌照税、印花税、娱乐税的征收事宜。那么接着是纳税服务科沈惠敏沈科长，他的工作是租税先导跟惠民服务的项目。那么接着是法务科刘科长刘春霞，他的工作是主要是税务的行政救济事项。那么接着是民雄分局郑坤荣郑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山区乡镇的税务服务。那么接着是人事室的林建忠林主任。那么接下去就一位是政务室的主任高崇贵高主任。那么以上是财税局的主要的干部，请大家多一指导，谢谢。好，我来先去那边吧。哦，好。那么接着报告我们财税局106年度的税入预算的编列情形。那么财税局106年度的税出预算经费总共编列是7,772,600元，那么较105年度的预算减少6,052,400元。那么其中的经常支出呢，经费我们总共编列是7,6,287,000元，那么里面包含着一般行政业务是1,7,372,000元，那么财政及共产业务的经费呢，总共是1,534,700元。那么税间稽征业务的项目经费是5,205,300元，那么债务付息的经费总共编列是4,2800,000元，平衡乡镇预算的经费是9,375,000元，那么总计经常支出呢，较105年度的预算是减少5,833,200元，那么资本支出经费总共编列是
785万6000元，那么较2016年度的预算减少219万2000元。那么另外我们就用图表来说明了，其中的人事费呢，我们就占了1亿5735万3000元，占全部经费支出的20.42%。那么这个经费呢，我们较2016年度的预算呢，总共增加433万4000元。医务费方面呢，我们总共编列8139万5000元，占全部支出的10.56%，较2016年度的预算增加420000元。那么主要是增加民雄分局的清洁外包费用400000元。那么奖补助的部分呢，总共有9672万2000元，占全部经费支出的12.55%，比较2016年度的预算减少323万8000元。那么主要是中央对乡镇一般性补助款的减少。那么另外是债务费方面呢，总共编列4亿2800万元，占全部经费支出的55.53%。那么比较2016年度的预算减少6000万元。设备跟投资费用总共是7256万元，占全部支出的9.4%，比较2016年度的预算呢减少204万2000元。那么以上是财税局的预算编列情形，恭请各位议员李世先生指教，谢谢。各位议员同仁哦，咱对财政税务局甲县统筹部分，安尼有什么意见无？无好，那我们消防局，感谢大家，谢谢。好，请讲啊，财主上好嘢。所以有大家熟悉一下，袂歹啦。遮出生入死的炮兄弟哦。退一点了，就这条线。主持人、各位议员、李世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那现在消防局报告预算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团队。副局长李清海，秘书翁志和，火灾预防科科长陈南和。这个科是在办理有关公共安全检查的一个科哈，那灾害抢救科科长王景斌，这是有关灾害抢救的器材设备，包括训练的一个购置哈。灾害管理科科长许明义，这是有关天然灾害的一个管理。危险物品火灾调查科科长李坤敏，就是火场的一个建设火场建设。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蔡朝全。那这个科就是管理我们关的爆竹烟火啦、危险物品的、瓦斯的管理的一个科啊，一个科。救灾救护指挥科科长李伟仁，也就是我们19指挥中心哈、指挥中心。督察训练科科长杨坤林，就是包括里面的管理还有训练哦，就归这个科来办理。行政科科长蒋瑞堂，人事室主任翁榜如，会计室主任陈秀林，政风室主任纪关谷。那另外我们有三个外勤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谢荣展，第二大队大队长沈天恒，第三大队大队长蔡建安。以上是我们的一个消防局的团队。好。干部。兼教授的像。啊，蔡文祥啊，蔡文祥。那个紧急救护科科长蔡文祥，阿来保卫啊，你有在注意呢哦。好，那我们那个业务单位的人员先到后面了，好不好？好。哦，谢谢这个，谢谢林议员的指导，那是你的好朋友，我知道。来，那现在我们开始报告我们有关消防局哦的一个106年税出的预算情形。本局的税出主要计划是重点是在预防火灾、抢救灾害跟紧急救护的一个任务。那106年度的税出的预算编列呢，是6亿5404万6000元整。啊，经常本的部分支出有
9,365,000元，那资本门的部分是6,039,500元。跟106年较今年哦，105年的一个税出呢，减少是480,800元。这个里面主要的是包括资本门的部分呢，减少318,500元。那这主要是因为去年今年有买了一部750万的一个水库车，那这个部分相对来减少。另外有关经常门的部分，主要是在业务费里面，是减少了306万。那这个部分是中央灾害深耕计划的一个全额补助，到今年为止，明年就不再编列，所以大概情况是这么的一个情形。所以总共呢，我们的一个经常门是减少1,643,000元。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各位议员同仁哦，对咱上局啊本科生呢有啥咪意见无？无吼，好，那我们的卫生局，好，谢谢各位议员女士，好，辛苦辛苦。大会主席，然后各位议员早安哈。那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报告卫生局我们的106年度的预算。那首先介绍我们的工作团队。那大家看得出来哈，比较起前面消防局那个都是阳刚之气的哈，我们明显是阴盛阳衰了哈。来，首先是我们的副局长哈，蔡副局长，嘿，好，再来是我们的苏斐基镇，再来是我们行政科名誉科长。会计科修琼，好，再来我们的那女主任，好，人事室女主任李明荣女主任，哦，看到现在哈，看我嘞，啊，看我嘞，好，对对对，再来我们是新任的刚到任的那个政风室林主任，哎，那刚刚从环保局调过来，好，非常优秀，哎，再来是我们企划科的那个方科长，方桂英，好，他负责我们所有的有关重，就是像县府的重规的业务，好。那所有的计划的新的计划的推动啊，再来是我们疾管科啊，昭荣科长，啊，我们所有的传染病防治跟预防那个疫苗的接种都是在这个科，再看不到，再来是文华哈，这个医政科，医政科赵文华赵科长，哎，啊，我们所有的医院的管理、紧急医疗救护、救护车管理啊，精神科、心理卫生中心，这个都在这个科里面，再来是那个琼荣科长哈，这是保健科。保健科负责我们所有的那个四癌筛检，好，四癌筛检，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部分的长照业务也都在这个里面去做推动，啊，还有我们的，譬如说像肺癌计划，这些都是，好，来，再来下一个看不到，好，再来是林玉珍林科长，好，健康促进科，那我们所有的大家都知道3+1的医疗车，哦，这个都是在这个科里面去推动，所以他们每一天一个月大概要出去十几次啊，大概快20次哈，都要每天出动。那包括他那个现在的那个我们的吸干防治计划也是在这个科里面推动，啊，再来是这个肚子比较突出，我看得比较清楚哈，这个是那个药食科科长刘志奎，我们说药品食品哈，那都是在这里面去推动，好，来，再来是再来是检验科黄英科长，本来那个我们的石安大楼的计划是那个硬体计划是在这个科里面挂在这个科底下，那现在已经。由于中央的那个行政院已经说明石安的以后由那个农委会来或者主责，好，那所以现在已经移往那个农业处，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协助推动，好，来，谢谢，来，再来，好，再来是毒防科的那个蔡素美蔡科长，好，我们那个蜕变议员中途之家，这些就今年他们成立的业务，那还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反毒跟我们嘉义县的毒防中心，好，都是在这个局来推动，阿哥不？还有谁被遮住了吗？我看不到，哈，魏主任哈，慢性病防治所魏主任，
那他常年在我们的慢性病防治所服务，其实也跟我们县府这边最有相关哦。大概要住永下了，其中一点感冒看病啦，什么然后要提慢性病啊，拢是直接提吼。那位主任辛苦，做得很好，好，谢谢。好，先到后面准备。好，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报告我们那个106年度的那个预算哈。其实谢谢各位在常年对我们卫生局的业务的推动啊。其实自我去年来了之后，其实我感受到很多议员对卫生防疫工作的一些关心，那我们也极力的想把它做好。那去年我来的时候，其实预算已经编出去了，我去年到任的时候已经编出去，所以今年算是我们第一次把预算做一个稍微部分的修正。那我们要秉持县府现在新的那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要遵循预算，钱要花在刀口上，因为咱就是劳苦穷嘛，吼。所以讲，今年度吼，阮有12科系14的工作计划，吼。那税入的预算总共是848万，吼。那税出编列总共是4亿6900万，那比105年增加190万。那其中当然最大多数的还是占人事费65%，那业务费28%，然后奖补助是5%，那设备及投资大概是不到1%。那其实我们在我们审视我们全部的预算里面，其实我们整体的业务，我们原来的使用县府的钱是减少的。但是我在这边跟各位说明说为什么会增加，主要是两个东西增加，这两个东西都是来自于中央的费用增加，就是补助的费用增加。第一个是因为那个疾病管制，那个咱疫苗费用增加，因为疫苗咱要有配合款嘛，所以那个中央疫苗呢，从去年，因为今年的施打对象对背板狼病16万人，这是全国一致的了，所以他给我们的那个钱就变多了，这个一样要经过议会的审议，所以我们编入预算，刚才这行的逼股你给我500万出来。然后卫生保健的费用这块是增加什么东西呢？这块是增加那个长照的费用，就中央的直接发你钱，伊加发咱800万，让我们来做长照的这个东西，就中央直接给我们钱，所以这两个东西增加出来，所以如果比较起我们全部只是增加100多万，其实我们其他的费用是有在控管，有在减少。那减少的部分是哪？怎么从哪几个方向去处理哈？第一个是说卫生检验跟那个食品安全稽查的费用。这两个费用本来有一个有100多万，一个有400多万，两个加起来500多万。这两个费用原来都是中央的补助款，但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由于中央那个行政院已经把食品安全划归到农委会，所以说这部分连那个卫福部的母预算，就是母计划，都被行政院的主计处整个整笔核删，所以这笔钱各县市都没有了。所以比较起去年的话，我们这笔就少了500多万。然后再来卫生设备的部分哈，是因为我们那个卫生所的达邦的耐震工程哈，已经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没有再继续编列。然后公共卫生减少也是一样，就是耐震工程的一些硬体的费用，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大概也是少500多万。然后另外在医政管理的方面呢，少了76万，是春节不打烊这个哈，其实不是不打烊，是因为我们往年只有编列预算去。资助那个春节期间有帮忙看诊的，那今年他们那个他们自己说可以处理了，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地上民众也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可以看诊，所以要看诊有收入了，所以这笔预算我们就不需再我们再支出，所以这个就省下来了。那毒品的那个费用少了又11万，是因为原来这笔是去年人家的捐款，那今年已经没个关了嘛，所以就是。管那个，咱要做那个中途之家用的，所以这个部分就今年没有捐，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减项。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卫生局整体的，整体的预算哈，增减的情况。那接下来为大家报告就是慢性病防治所的那个预防预算报告。那税入的预算大概10000多块钱哈，比去年多1000块。那税出的预算是税出预算大概是1亿5000多万哈。那比去年比105年哈增加5万多块钱，那当然主要还是人事的费用哈占86%，那业务费用占12%，然后增加的部分是因为一般设备增加5万5，是因为那个冷气太久了哈被瓦斯带拎起，就只有这个费用而已。再来106年的医疗基金的预算报告哈，那106年呢我们税入的部分是1亿3000多万哈，
比105年的那个112增加了500多万。那成本的部分呢是112，然后那个105年呢比105年增加500多万。那其实整体的支出跟收入都增加，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卫生所的那个医师已经慢慢都补足。我想各位议员都在各地方都非常的关心，所以其实应该都知道，我来了之后，我们很积极的让看能不能把卫生所的医生哈都补足，因为没有医生其实很难业务在偏乡很难推动啊哈，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以上就简单就我们的预算跟各位议员啊李士先生做报告，那也请各位再给我们指正，谢谢。各位议员当然哦，咱对卫生局哈。啊，各位医生呢？啊，本局的有什么意见无？无，好，那辛苦了，局长。哎，环保局，好，好。好，大会主席，陈议员，在座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及新闻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环保局局长严旭明。在报告明年度预算之前，容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环保局的工作团队。在右手边第一位是我们的副局长刘明全，刘副局长，他是相助整个环保业务。第二位，今天哈，因为环保署这边有另外会议哈，所以我们那个秘书是翁义伟哈，翁义伟跟我们的另外一位科长到环保署参加署长召开的会议哈，所以翁义伟今天没有到请假。那第三位哈是我们的行政科科长张秀云张科长，他是负责行政业务。好，第四位是欧阳朵云。主任是会计室主任。好，第五位是徐燕玲，人事室徐燕玲徐主任。啊，第六位是我们政风室哈，现在是林承启林主任哈，他刚调到卫生局去，啊，现在还兼办本局的政风业务。那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综合计划科严瑞颖严科长，严科长是负责环境影响评估，毒性化学物质管理跟环境教育的业务哈。那第二位是空气噪音防治科，是蔡叶宏蔡科长，是空气及噪音的部分是由他来做负责哈。那第三位是废弃物管理科谢正哲谢科长，他是做废弃物管理及环境卫生方面哈。那第四位是水污染防治科科长林佑芬林科长，就是水污染及土壤、海洋等等之类是由林佑芬科长来负责。第五位是环保设施科，也是跟这个秘书一起去参加署长的这个会议哈。那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他是设施管理科杨启明杨科长，负责焚化厂的操作营运及我们各掩埋场的管理工作。以上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介绍，敬请指教。好，那我们先到后面。各位议员、女士、先生，那个环保局106年的预算哈，既有公务预算一本，环境污染防治、废弃物清除处理及环境教育哈三本基金呢哈，依序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做报告哈。在公务预算的部分哈，税出编列14860000元哈，那其中中央补助款占了44.12%。那其他的是循例的编列，包括人事会。那跟105年比较，我们减编了9723万元。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嘉义县既有垃圾掩埋场这个活化跟水回处理厂的工程，这个部分在今年度已经没有编，去年度有编，所以今年度没有继续编。那另外这个中央补助款在竞争型的方面，那我们去年的这个
这个编列哈，跟今年还是中央的部分哈，他们调整了一些经费，啊，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减编哈。那在环境污染基金方面哈，在支出哈是编列了1,636,800元，主要它的业务是执行哈或委托办理空气污染防治计划及水污染防治计划。那业务经常支出可分为空气污染防治计划及水污染防治计划。那空气污染的编列是1,546,600元，跟105年来比较哈，增加了1,083,200元。那水污染的防治计划，我们是编列哈，这个5,504,000元，跟105年相比较哈，增加编列4,297,000元哈。那业务支出的资本支出编列1,728,000元，跟105年比较，增列了43,300元，主要是哈这个啊机房哈，我们电脑机房的资讯设备啊已经到达年限哈，所以有一些新购跟汰换的啊一些设备的支出哈。那另外废弃物清理的基金方面哈，在今年是编列3,008,965,000元，主要是执行或委托办理废弃物清除、处理、回收再利用计划及补助整顿环境绿美化的业务。那业务经常支出编列了7,984,500,000元，跟105年度来比较是减编的这个8,695万哈，也是跟去年哈这个废弃物的这个我们掩埋场哈已经编了，今年就没有再编哈，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哈。那业务资本的支出是112万元，跟105年相比较减编了68,500元，主要是哈啊去年有买这个消毒车哈，今年就没有再买消毒车。那在环境教育基金方面哈，支出是8,557,500元，主要是业务执行或委托办理环境教育跟环保工作推展的经费了哈。那这个业务经常支出编列8,480,500元，跟105年相比较减编226万，主要是补助机关、学校、乡镇市公所等政府机关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减编了哈。那业务支出是75万，跟105年相比较增编了545,000，主要是刚才讲的哈，也有配合一些电脑资讯设备的汰旧换新哈。以上为环保局106年哈预算详细内容，请参阅预算书的，请各位议员女士给我们多多的支持跟指教，谢谢。好，各位议员同仁哈，咱对咱环保局这边者哈啊有什么意见无？啊，无好，好，辛苦。看呢，好嘞哦。无一个话呢，阿们无阿无大家话，无啦都听到无都好贵啊。11页哈，十一页哈，那个局长，是，那个建构零四家园计划，那是什么计划？哦，建构零四家园计划这类哈，这些环保署哈，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竞争的计划，啊，就是请大家哈，这个提案去对环境改善这个部分啊做一个评比。那在全国哈，它会分为拔尖级跟精进级两种哈。那去年我们大概我们县政府哈这边啊，整个各县各乡镇市公所表现都不错，以往历年都有争取到这经费。分别如果是拔尖级的哈，可能会4到5千万，啊，精进级还4千万到5千万，啊，那个精进级的大概2千万哈。不过这个金额哈，它环保署最近在调整。那不你这来这拔尖级的够多？516,800吧？516,800，还是5,168,000？5,000几万啦，准啊拔尖的是会有5,000多万。你要写5,168,000元，不是516,800吗？千元是吧？还是5,000几万？在哪里？5,000几万，500几万差10倍呢？今麦吼，今麦环保署它都有报告过，环保署有调整哈，今年开始调整，他们来降低要扩大这样子，
所以今年会变成500多万。哇，原先是5000多万。对对对，4000到5000万。是哦、喔，是是是。啊，水上这上面推荐是吧、啊？哦，水上有推荐去参加啦。哎，他、啊、这是哎，他是推荐奖哈，好像100万得到100万。哎，我这现在200万。哦，200万哈。哎、欸，啊，你是拢无咧看啦？200万。哦，对，水上是200，哎，200万，哎。啊，这是咱编的预算，还是中央要补助的？环保署补助的。哦，好好，唔、欸、是奖金啦。哦，啊，咱家己关注这三样件就对啦。对。咱推荐这三样件。对。已经掉啊。哦，已经掉啊啦。哦，已经掉啊呢。嘿，啊，伊经费进来，我们把它编到预算里面。哦，好好好。是是是。哦，安尼算讲有这三项有补助，这金额就对了。哎，是是是。哦，好，好，谢谢。各位议员同仁，敢对环保局有啥物件无？起立啊！无啊啦吼。OK。哎 ，OK 啦。好，辛苦。谢谢，谢谢。来，警察局。好。啊，恁无咧拼吗？我那拼个，对无？那也无公平。哦，你无公平，你爱问环保局长啊，你问我来知。好，一级主管业务单位的嘛好啊。有可能咱各位议员嘛真侪，这业务单位、相关单位嘛唔知啊，拄啊做一届熟悉一下。好，大会主席，我们陈议员、各位议员、理事先生，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首先来介绍我们本级各单位主管，还有我们的6位分局长啊。我的这个左边第一位是我们吴副局长。吴副局长吴明燕是。金门县副局长调进来的哈，第二位是我们陈志荣陈副局长，他是原来我们本级的督察长资深哈，那在澎湖县的当过主任秘书啊。第三位是我们主秘萧正松啊，萧主秘是从马祖县的主秘平调过来，他以前在嘉义市二分局担任分局长，督察长是我们翁伟仁。翁伟仁是我们民雄分局长直升上来的。好，再来是我们刑大大队长林明佐。再来是交通队长潘春盛。好，再来是保安队长苏进宏。好，再来是少年队长朱锦荣。再来是妇幼队长刘芳明，再来是行政科长郑宝林，保安科长郑启东，防治科长黄清义，训练科长曾清峰。后勤科长周仁宏，外事科长蔡成喜，再来是我右手边第一位是我们公关科长黄丁旺，再来是秘书科长林庆珍，再来是建设科长陈明正。再来是保安科长周章明，再来是资讯科长谢明峰，再来是法制科长陈炳泰，再来是会计主任沈佑珍，再来是人事主任蔡黄林。再来是政工室主任林义如，
再来是勤务指挥中心主任陈清和，再来是管制中心主任谢顺栋。好，接下来是我们民雄分局长王志坤，王分局长是水上分局长啊，这个调升到民雄分局长啊。再来是埔子分局长，埔子分局长今天因为参加服务品质奖啊，由副分局长刘前淳啊来这个代表出席。再来是水上分局长陈进明，陈进明是由新竹县的新埔分局长啊这个调升过来啊。再来是布袋分局长黄福良，黄福良是新竹县的管制中心主任啊，这个调升过来啊。再来是中埔分局长施宇峰，施宇峰是桃园的刑大的组长啊，这个调升过来。再来是竹崎分局长江庆斌，他是桃园的这个专员啊，调升过来。以上是本局的各单位主管还有分局长。这样袂歹，这哦都差一项尔，差若穿制服起来较威严。吼，各议员你来看，这若穿制服起来徛，你来看，这人民保姆你来看就好啊，你来看无威严。这议会殿堂若连讲话穿制服穿伫遮，你也想迄威严度看差偌济？你来看，人家穿男都无人敢问啊咧。无啦，穿我想穿制服，因为制服裤的话，因为制服就对啊，反正我几十年不穿啊啦，你爱哦。啊，这老机会是来情况嘛，也来议会等等哦，迄威严度较好。好，我们那个相关业务的人员，我们到后面啦。那局长去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好，你们辛苦，辛苦，辛苦。好，好，好。各位议员哈，那个我简单来针对我们的预算来做个口头报告哈。那本局各项警政业务承蒙各位议员的这个平时就经常给我们指导哈，很爱护我们哦。多得以顺利来推展，仅代表本局全体同仁呢，致上最高的敬意啊。那以下仅就本局主管的106年度税出预算哈、编列的情形啊，简略的报告哈、那本年度税出预算主要计划重点为继续执行改进警察工作方案，充实警察装备，整建基层厅舍，全面防范犯罪先导。加强查捕各类逃犯，并加强执行侦防犯罪工作，继续铲除社会毒害，也加强风化管制，整理交通秩序，维护交通安全，并且加强暂时警察工作的准备工作，切实办理财经动能，协助稳定物价，健全全民纸质及通信设施，严密保防侦防措施，加强户口的这个管理等啊。那我们106年税入的预算编列有1亿1554万多哈、那较105年呢增加了41万5千块。那最主要增加的是有关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的罚款，还有自卫枪支的换照啊证照会的增加啊。那106年度税出预算编列有19亿8千多万啊。那经常文支持有19亿3753万，其中最主要是人事费哈，人事费编列了17亿，占了89%啊。业务费有1亿6424万，占经费支出的大概8.29%啊。那奖补助费有645万6千啊，占大概0.033%。资本门的支出有4274万，大概占这个2.16%哈。那106年度跟105年度税出的部分，这样减少了5918万啊。减少了最主要第一个是人事费减少了5668万哈。那主要一项是这个因应劳基法。这个补足劳工退休金差额减列的3100万啊，另外因为人数的增加30人去算，所以我们增加了超勤加班费大概有432万啊。那业务费有增加了365万3千元，最主要的原因是增列无线电执照的这个换照费有87万。
还有我们溪口分治所办公厅舍的整修费用啊，94万，还有侦办刑案活动费60万，啊，这个毒品尿液检验费50万，这个通联的调阅费用50万，毒品沿路检验收支队列40万，还有我们水上分局靶场维修费80万啊，另外就是增加一些这个靶防科的办公费啊，这个还有这个治安资料链的整合平台维护费9万块啊，另外增列的这个检列的重要路口监视系统维护费50万啊，检列的这个预警预交民防人的意外险跟福利寿险费50万。简列的选举协请名利巡逻加把巡逻值班费15万，另外有奖补助费部分增加18万6千，是最主要是这个有关设置在民间还有庙宇等重要监视系统的这个电费补助啊。另外支补门的部分编列有4274万5千元啊，较去年度减少了634万。那只要编列的项目有各分局还有派出所办公厅舍耐震补墙整修工程，经费有1181万，另外老旧宿舍拆除及整地经费有30万。那入口监录系统设备费我们还是比照往年都编列400万啊，另外警车汰换经费有984万，汰换旧型 MPLIS 行动载具有127万，改善办公厅设电脑设备还有治安维护有454万，汰换交通安全执法说证器材还有软硬体的维护费715万，汰换本局还有分局的办公的设备有382万啊，这是本局的这个编列预算的大概重点啊。那以上特别请我们主持人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给我们指导，给我们支持，谢谢各位。各位议员同仁哦，咱对辛苦的警察局哦，有什么意见无？无啦哈、哦，好，辛苦，来我们社会局。谢谢各位，感谢。大会主席陈议员，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那首先我来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本局的工作团队。那首先是我们的副局长张翠瑶，他是副局负责本局各项业务的协调折中。那我们副局长他的沟通能力非常的好，表现十分的称职。第二位是我们的秘书戴彩萍，戴秘书，他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局最有经验的社工了哈，也是我们的府会联络人。那所以我想议员很多跟他都有所接触，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好同事哈。那再来是我们的秘书于德正，于秘书是我们县府秘书，来支援我们社会局的业务，他负责的部分就是劳政的业务。那他也是之前也是在我们法制科工作过啊，所以说我们的法律问题很多都是由他来帮我们来解答。再来是我们的人民团体科科长李硕，那人民团体他所负责的业务就是人民团，社团的筹组了哈，还有社区发展的业务、人民团体的业务等等。再来是我们老福科、老人福利科科长郑美玲。那老人福利他负责的就是老人的保护、志愿服务、老人福利等等。那现在最大家在重视的长照方面的业务，都是由他来整个做整个的负责。再来是我们的社会救助科科长陈宏敏，他负责的是我们这些低收、中低收，还有这些边缘户，是这些需要救助的弱势族群，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救助的业务。再来是我们的社工科科长黄晴凤，他负责的是我们的这些家暴、性侵害、性骚扰的防治，还有
儿童少年的保护等等。再来是我们妇幼科科代理科长翁银珍，他负责的是儿童少年的福利、妇女福利等等。那再来是我们的肾脏福利科的科长邱丽琴，负责肾脏福利者的照顾、经济的扶助，还有我们这些肾脏机构的管理。再来是邱怡文邱科长，是我们劳工行政科的科长，他负责的是劳工组织、劳工的安全卫生、劳工的教育，还有外劳管理辅导等等。再来是我们劳资关系科科长林俊杰，他负责的是我们的劳动条件、劳资关系、身障者的就业，还有劳资争议的协调、调解、仲裁。再来四个是我们的那个幕僚科哈，一个是我们行政科科长刘昭宏，我们的会计室主任吕怡珍，人事室主任梅义芳，政风室主任黄盈基。好，以上是我们这些业务主管的简介。好，那我们先到后面。好，先到后面准备。好，辛苦辛苦辛苦。来，局长报告。好。大会主席陈议员，还有各位议员林氏先生哈。那本局总共有九科三个室，那员额总共131人，包含了约雇人员43人。106年的预算人事费总共有1亿1500万，占税出预算的3.83%，而奖补助费有25亿204万元，占税出预算的83.12%，显示社会局它主要的业务在补助各社会福利政策，包含了中低收入户、身障、老人生活津贴、安置费用、全民健保、国民年金保险、免费乘车优待、育儿津贴、身障居家服务等等，以照顾弱势族群，并保障他的权益。那本局106年度的预算，税出预算总共有30亿1019万元，跟去年比较，增加了1亿2265万8000元。那其实它最主要增加的原因是为了要因应长照2.0，那中央补助款总共增加了1亿1214万1000元，好，这是最主要的。那另外的，我们在儿童及少年福利增加了896万6000元，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侦办儿少需求调查、托育中心的管理、托育在职研习等等的委办经费485万4000元，其他增列社会福利津贴，比如说像发展迟缓儿早期疗愈，还有我们家庭托育的费用。另外，儿童及少年保护也增加了655万7000元。那少年的安置寄养费，因为人数有增加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增加了300万元。那以上为本局预算的概略的说明，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予以支持，也感谢各位对我们社会局业务的协助，谢谢。咱对社会局有什么意见无？好，来，婉珍。不好意思哦，局长，我想要请教您，那个你看一下28页。28页。因为我知道你们有那个，就是补助本县身心障碍者到外县市搭乘北高捷运和桃园捷运的优惠措施嘛？对。那我们是不是都用那个 E 卡通？我们是不是有人办那个爱心卡？跟那个。这个爱心卡，爱心卡是针对我们县内的。对。对。那、啊、如果去搭捷运不能用，如果我们不是有投资 E 卡通吗？不是大家也可以办 E 卡通？因为我知道很多县市哈，他们是如果用这个 E 卡通去啊，我们有补助，然后他们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老人，他们去搭乘是半价，是吗？对，我们对，那因为有很多县市哦，他们还有另外就是有陪同卡，例如说像也有民众在跟我反映说，因搭那个
是说他搭高铁好了，因为都很方便嘛，他用电动轮椅他就可以直接上高铁。可是他问我说，那我搭高铁我要怎么样到太阳馆？那当然就要搭配说我们的一些富康巴士那些嘛。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富康巴士，我请教过公车处只有六台，就是那个低底盘公车可以让他们只有六台。那陪同卡的部分是我们这边都没有编列预算吗？因为你坐轮椅的也是需要说有人陪伴，去给他上轮椅啊。啊，毕竟跟我一个陪伴的去，啊，那个人是全就是他没有折扣。陪同的人半价？没有半价，没有搭捷运那个没有半价。有吗？啊，也有单位来问一下。因为我打电话去那个一卡通公司啊，他说目前我们嘉义没有。无，咱投资太少啦，买太少啦。无啦，就这关系拢有，就是吼，伊因办两张卡，吼，一个是身心障碍者本身的，他可以办那个一卡通，另外一个陪同卡，那当然一定要同时，就是那个身心障碍者可能先感应那个卡之后，然后再换另外那个陪同卡，就是有持有陪同卡的人再一起同时进入，这样两个都是半价。对啊，那一卡通买伤少，买一个尔。咱来比较济就对啦。无啦，进前就投资五十万啊，无啦，是即届伊较珍珠三万七。三万七尔。无进前有五十万啊，对啦，啊，伤少，买较济，咱全面来，反正福利较好啦。议员，我这边做一些补充哈。好，我们在依法规来讲，即使你没有陪同卡的话，他还是要补助给我们那个必要陪伴者一人半价的一个优待。所以不会因为就是说没有陪同卡，因为我打去那个一卡通，他说没有哎，应该是说一卡通公司没有哎。对对对，但是身障者他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生权法本身就有规定，就是说业者本身就要提供半价优待。那只是说嘉义县我们并没有特别在核发这样的一张陪同卡，可是基本上并不会影响必要陪伴者他去搭乘的时候。他的半价不能被优待，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张卡，变成说他不能说我拿的只是普通的悠游卡，普通的一卡通，就是那张卡，可是他不能去使用。我想说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正我们公益彩券盈余还那么多嘛，那我觉得说我们也可以考虑说，就是在让大家让我们嘉义县民啊，再多办一张这样子的卡，这样可以吗？你们可以规划一下好不好？哦，因为很多县市都有刚刚让嘉义关门。对啊，好不好？应该关的国民福利也拢努力看卖啦。好，那这个我们会来努力。好，麻烦了。好，这个我们来规划。好，谢谢。好好，各位议员当年对咱教育局有什么意见无？起立啊！好，啊，咱无咱呢吼，教官通过啦吼。好，来。啊，谢谢各位议员，李先生，谢谢。文化文管局。大会主席陈议员，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及媒体先进，大家早。那么我们本局这个文管局就自从100年这个整并为文化与观光两局的一个业务，那主要目标是在营造本县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观光旅游。哦，那我现在就先介绍我们的几位主管哦。这个我们的副局长现在这个高升到云嘉南风景管理处当处长，那我们的秘书余秉仪，他只是我们这个文化观光局的一个总合稿，他在这个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哈。再来就是我们的企划科科长陈宏武，他是负责我们像这个台湾灯会，还有一些像露宿印象等等，等于是我们在观光行销，像东石渔人码头。4天造这个大概10几万人哈，这大概让他义务。好，再介绍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艺文推广科的孙科长孙皮尤科长哈，他是负责设造地方文化馆哈，像大地艺术局这些都让他义务。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个文化资产科科长，林金威哈，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嘉义县的这个。文化资产包括古迹、历史建筑、文化景观、记录，就是像比如说民雄招待所或者铺子配电工，大概是他负责的业务。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设施科科长翁科长，
王顺年科长，他是负责我们，他本身事实上是工程背景哦，那在外面事实上他有很多工程经验，目前是负责这个我们几个重要的这个文化观光设施，像这个梅山驿站啊等等这些业务哦。那紧接着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行政科科长林章清哦，这也是我已经很久的老同事啊。他在行政业务上非常娴熟，包括采购等等哦，大概这是行政业务。接下来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的会计室主任叶素美哦，他是在负责我们文管局的这个会计业务。紧接着跟大家介绍就是政工室主任这个林怡金主任哦。那么再来就介绍我们的人事主任郭正山郭主任。那我们的副职单位就是嘉义县表意。表演艺术中心哦，我们这个张世杰张主任啊，他是非常辛苦。我们整个表演艺术啊，大概的表演中心的这个业务，都大概是他在来推动哦。那以上跟 ，OK， 抱歉，我们产业科的这个张晃毅张科长哦，他是负责我们这个我们像东石渔码头或者是富代港油田港。还有这个伴手礼、哦、大概这个民宿这个业务啊，大概就是我们产业科科长、哦、啊。以上跟各位员报告，介绍我们几位主管。好，那我们相关的业务等人员，然后先到后面好不好？好，那局长报告。好，接下来跟各位议员李世先生报告，我们文化观光局从106年度的这个106年度的总预算呢，总共是5亿1263万2千哈、啊，其中资本们占3亿2507万7千，那经常们占1亿8757万5千哈、啊，那相较这个105年的预算总金额增加2亿7657万3千元、啊、那最主要增加的原因是两大项、啊、就是一个梅山驿站啊。啊这个跨域亮点计划增加大概1亿7千多万、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文化部，这个是交通部观光局给我们补助的这个预算。那另外一个部分增加比较大，就是这个蒜头糖厂，就是文化部给的这个再造历史现场啊，这个部分大概都增加了9千多。其他的像比如说这个博物馆跟地方文化馆，也是还有是新故乡社造总体营造。还有世界遗产，还有这个刚报告的，就是文化资产多元活化计划这些等等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增加范围。那我们文化观光局之前在工作报告里面已经提到，就是我们推动的这个业务，包括像为了这个阿里山慈济会跟阿管处，或者是这个平地的西部走廊，现在明年的这个太平营梯，它已经要营运了。那我们。在梅山驿站这部分也积极的展开，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故宫这个去年12月开馆来，我们在这周边呢，这博物馆群的业务一直在推动哦。那海边的部分呢，就是东石渔码头或者是这个布袋这个配合这个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部分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也就是大概我们这个文化观光局。目前在继续推动的工作，以上报告。各位议员同仁哦，咱对咱文化观光局这边这啊，有什么意见无？啊，完成。好，我请教局长。院长。您第26页。我想请你先说明哈，那个委办费就是茶艺文化交流推广世界博茶会哈，独家好茶。因为在前年哈，这一笔预算是100万，没有，前年是100万，去年是600万，今年是800万。有看到吗？来协助一下。抱歉，我这个预算书。不是不是，我还要带。伫咧国科室遐啦，
家己无准备着，无要紧。抱歉，唔是无摕来吼，是摕汤的资料。第二十六页。好的，好。就是，因为你前年是一百万。直到去年呢，增加了五百万，是六百万。可是今年你又增加了两百万，所以到八百万。我想要请问一下，您是要怎么样去拓展这一项计划？为什么又需要多两百万的经费？我们一百零五年做的有哪里不够好吗？是这个博察会哦，我们今年办了，事实上是各界非常回响。那明年我们扩大。这个是举办啊，就是要在蒜头糖厂西侧六个仓库啊，那前面使用哦、啊，那今年事实上只是使用四个仓库，所以多两个仓库要多两百万。不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啊，这个我们因为之前有特邀约了这个欧美等这个国际的这个茶人数来参与嘛，那今年呢，事实上我们在茶艺的这个展演、茶大文化、花艺、音乐、书法、绘画。等于是再增加了五个主题了，那所以我们这个费用大概是会增加。那我们事实上也积极在争取中央的一个补助。我们邀请那个国外的什么欧美人士来，他们的吃住在这边的花费全部都是我们支付的吗？我们部分是交通费、吃住都是我们花费的吗？我们只负责展演费。所以他们过来都不用花费到我们的费用吗？对，所以就请他们过来，然后再开两个仓库，就需要多两百万吗？不是这样讲，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今年事实上是五个主题，那明年我们再增加五个主题。所以最近文化观光局有在办一些像茶器，那茶器像那个独家好茶，我们现在有系列像人力发展所都有很多这个来介绍。因为我刚刚好你医生啊，一年边。比一年搁较济，啊！不过你感觉有把嘉义推展出去吗？拢唔是哦、喔，拢是咱是办了哦，变成拢是恁家的局处长拢出国去尔。不是不是，拢定定去日本啊，咱馆长定定定去日本啊。没有，对啊，变成讲你咱要开钱要请人来了，拢是恁家去日本佚佗咧。三年一次的这个博茶，所以我们不是说他们邀我们就，因为他们三年才办一次。这个预算，我建议说，就是照去年六百万，你们应该用少一点的钱哈，然后就是一样创造更多的效益。下一个不是说在开两个仓库之后就要再多两百万。我刚刚讲跟叶云讲解释过，不是说开两个仓库就多两百万，因为我们有增加了五个主题啦。你增加的部分，你什么主题？你要讲。教练。是。再演你好。我请教，你这条是官费啦。是。这不是中央政府。你这应该委办会内底应该有迄个行销创意公司来办的嘛？应该有招标嘛？是。对不？是。应该有一间公司标到的嘛？不对。对不？是。这标到的时阵，应该有什么期末报告、什么报告，应该有这个成果展嘛？你去年都偏十八，对不？拢爱期末报告、期末报告，对，拢爱嘛，都爱。这主要十二月、十一月了啦，应该恁执行的程度执行到对了。去年都已经六百已经拢执行完了嘛？这个六百这执行了啊？拢执行了嘛？所以期末报告已经成果报告放出来嘛？有，拢有啊。你叫对一间公司看对一间公司标的，伊的成果去年徛今年都执行的成果。起来，有没有准备？有没有准备？你要起来。现在有没有准备？然后明年的规划。这边的经，这边的经营是安怎？是。你今年都加两百，是加安怎？你总要有一个计划啊。无唔对，今年这加两百，这计划是有在进行啊。对，你计划增加两百，是安怎加两百？是。那个原因，你加一堆。就是我头先讲的，本来咱今年办。没关系，计划给我们啊。我讲啦，你这条先保留起来。对啊。主席。先保留计划起，叫他讲。好啦。成果报告起来，这条先保留八百万，先保留起来。好啦。这条先保留发行款。就八百。没有保留就六百，先。就八百。我就是讲去年六百。不是不是。叫完不能六百，叫先叫台能八，先叫完不能六百。好啦。我意见。系啦，先伊做计划书起来，互恁看伫人事的时哦，甲桥顶看。无，人事的时恁拢讲，刚才伊发表意见没应台啊，先降到六百，然后呢，如果说他。拿出来的那个计划，然后我们觉得 OK 的话，再增加为八百，删除两百，
就是到原本照原本的600，然后如果你们觉得就是你们送出来的成果跟您未来明年要多200万的计划，我们觉得 OK 的话，让你增加到800没关系，所以先删除200，那个记录帮我做记录哈，就是删除200，这一案就是600。这是希望这个议员敢支持，因为咱家关顶家咱这个。马吉娜，你哪会用说服我？你计划提出来，是阮会用甲你增加。马吉娜，那个你们先准备那个，那么105年嘛哈，105年的成果那个计划表，那计划书，那你先准备来。不啦。反正先回去资料啦。没有，我意见，我就是要，我就是600。不是啦，你的对吼，另外来意见是两番叫600。那个主席，应该删就是删。对啊。哦，啊，你就要伊他拄仔讲的那资料，会当报来，大家感觉有够的价值，啊，不是200万的问题呢，血汗钱呢。各位议员，敢有什么意见无？无遐。无啦，我感本身感觉讲，咱咱局长，咱伫迄个咱三度进前吼，补资料啦。啊，因为我感觉管府在推动工课吼，咱嘛是有当时啊爱看伊成果，吼成果好，咱嘛是爱甲支持啦。是。哦啊，我是自认为是讲，伫三度进前，咱议员要求遮资料啊。来保护对啦，啊，先跟保留关系关起来先吼，来保留啦吼，啊，计划书一百，就是600，删200，就是先600，然后如果 OK 的话，我们恢复到800没关系，二读再来恢复到800没有关系。无啦，无啦，这当然意见，大家议员有大家关于意见啦吼，啊，我是赞成啦，不要管啦，好啦，你我们不要管啦，不要管啦，我讲啦，一旦你吼会讲个详细啦。哦，局长，你要把这个计划内容或者你过去的成果，主席，这样子对，这已经尊重你是主席的主持这会议啊。哦，啊，议员的意见都安尼，啊，你若如果我若有议员无同款的声音咩，可以发言，咱继续来跟他讨论。啊，若应该袂使，都应该进行表决，大家来表决，好、哦。我讲啦，先跟你保留啦，保留就是说你可以。对啊，删除200万就是600万哦，就是麻烦做出记录就是600万。我跟你就是让你先删200啦，对，哦，那保留就是到二读的时候，他的计划书内容跟你们报告完再增为800啦，哦，附带条件啦。那时候再来讨论 ，OK 吧？他如果可以说服大家，那时候再来讨论是恢复到800，那目前就是600万。我刚刚讲，伊是今年到600万基本上真好，成果真好。800就800嘛，不要紧嘞。还是要搁较济嘛，不要紧啊，对无哈？咱今年市场执行效果吼，伊看短短几工啊，来十几万人吼，这是讲的是咱家关，是这个会使讲开真少钱，然后是达到这个这么大的效益，而且咱家关就讲了，因为这地会当一斤会当卖吼2000几块以上哦，这农产品讲起来是不简单啦，所以为着发展咱。盖关的这产业经济哦，咱五万咱议员大家吼，我们支持。我跟你说支持，可是呢，就是希望说可以用最少的经费，然后发挥最大的效益。不是讲那边办更加好活动，一定要增加足侪经费。啊，当然你计划哪一提出来，我绝对全力支持。无唔对，无唔对。所以讲，希望这个议员也是敢支持。谢谢。好，湘婷。谢谢主席。其实哦，我是认同哦，咱文化观光局局长伊个看法，因为那个博茶会哦，我家己本身我都去参加，它确实是叫好又叫座，可是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好的活动，卡短短也才几工尔？啊，不过我要甲文化观光局局长甲你讲一下吼，今年办得非常的好，可是我们宣传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咱过来也要办啊。那我们宣传要好好的大肆宣传哈，这是好的代志，尤其是在阿里山的高山地哈，真正是世界第一顶哦。我们的价钱，我们的价值可以提升，就是因为我们持续一直在做这个文化扎根的动作。我以前在文化观光局上班的时候哈，我都常常说觉得说，为什么因为咱的观光甲文化观光咧推展的部分，因为拢放伫山区，啊不就伫海区。咱山区有茶之南道、茶之北道，咱海区基本上要够高跟鞋教堂，够东石渔人码头。我一直觉得在平原这一块哈，就是都没有在做发展。我好不容易千盼万盼等到了到最后，
欸，我们故宫南院在那边，然后博茶会嘛，赶快搁底下。今年真的办得很好啊，每年我们要扩大办理的话，真正机会嘛是要提升，所以我希望讲是保持八百万安尼。好，以上。谢谢。我想吼，针对这个问题吼，之前咱一直咧讨论啦吼，咱台湾到底是要发展什么吼？高科技咱嘉义县即阵也无啦吼，咱的郑志龙的面向足宽，过来就是咱的文化休闲旅游吼，这是咱台湾要发展的三个方向。到底咱嘉义县要发展什么？吼，一个农业县要安怎去整合咱地方的特色？吼。要安怎发挥咱的特色，这是咱应该去思考的。吼，另外一个就讲消费者伊的需求伫对个，咱要安怎去甲营销出来？吼，所以嘉义县要发展的方向，就是伫农业甲咱的文化观光这块尔。吼，今年这个茶博会我有去参与，吼，我有去看，吼，我就是讲这个茶博会办了足好个，吼，只是讲一个咱这个讲。活动要安怎让它变作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吼，不是讲加一次性。咱办了这么好的茶博会，要安怎让它持续的在年度里面，吼，不是只有一场，吼，咱可能伫各地方结合其他的这个活动去宣导、去推广，比如讲我想新港乡艺文化园区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我相信筹备的过程里面吼，无人看好，不过迄个用心甲坚持，到尾啊嘛是成功，只是付出足侪辛苦甲时间。我想咱用县政府的力量，咱议会来支持吼，这个咱台湾的这个高山地，阿里山的高山地，吼，已经是世界有名，应该我都将这个。茶文化吼，来提升咱个茶叶的迄个讲附加价值吼，所以我想咱文化观光局会用将咱这边今年办的茶博会伊个成果吼去甲做啊好吼，干部做啊好，予咱个所有议员吼，我都来支持恁这个计划吼，另讲将这个讲一次性的活动会用变做伫予伊较遍地开花。会变作常态性，吼、哦，安尼我相信咱议员同事拢我都甲恁支持。是，感谢这个陈议员吼、哦，我头下咧讲过，因为今年办的是以上面话，就是茶艺、茶艺，还有茶器、茶叶展，吼、哦，是茶旅游五大主题。那明年呢，咱其实咱搁以这个基础了，咱搁会增加这个茶舞，吼、哦，茶卖当这个变成一个舞蹈来跳了吼，搁、哦、来茶史就是茶的迄个饮食文化，搁来就是茶音乐。这嘛是咱来开推广的吼，过来茶的服装哦，你像日本人的拢穿迄旗袍咯哦，这是一种茶艺，还有茶花吼、哦，然后是讲这茶的礼物，咱一个伴手礼呢，茶礼像咱梅山农会伊个茶伊是差不多，阮若送外宾拢会送这，所以就是搁增加这五项，所以现在增加是无一点啊费用啦吼、哦，大概是安尼。好，那个苏文姐啊，咱家己县政府吼。一向就是支持梅山农会伫办这个阿里山茶嘛，吼。是。照讲这个比赛茶，因为每一届比赛拢赚真济啦，迄咱拢知影。既然吼、有赚钱的单位，应该爱提出来，对咱，因为咱家县政府是支持这个梅山的农会，所以应该有赚钱的单位吼。爱来到协助即个茶艺文化的推广，是安尼唔敢对。你家己县政府拢一爱无钱，佮伊编即种钱落去开，这是无合理的。这是当然，这议员这张宏议员建议这部分哦，我嘛是有朝这方向努力。我头头讲过啊，咱嘛要佮去甲。我感觉讲有赚钱的单位本来就爱配合啦，吼，因为这嘛是咱县政府支持的。你县政府爱无钱，这种物件不应该加啦，不应该佮加200万。来，美容姐。为着这件代志吼，大家争执哦。像迄阵咱林湘婷议员甲陈文忠议员所讲，讲这个茶博会这，迄阵咧
举办的时候，我嘛有参加啦，真正办甲真正足好个就对啦吼。啊，伫咱嘉义观光要带动文化艺术观光，所以你嘛爱有一寡经费哦，即讲准备讲办一寡活动啥物啥，所以本席徛伫赞同讲，这个800万袂使删。感谢张议员敢支持，谢谢。金伯兄。我即只坐吼，大家拢讲博察馆哦，今年办了真好吼、哦。啊，处长，你办啊真好，600万就办啊真好，啊是安尼要搁加200万啦吼、哦。啊，人前有王副处长，哦，咱即卖副馆长，伊前下104100万啦，啊来600，啊得到你，嘿，你今日来遮3个月就啊骗800万。但是800万，那不是无你贵呢？吼、哦，是该存600，留600，200你提出来报告计划要安怎？人要告你贵，啊！你家当卖讲，你都注销是照600，吼、哦，照去年都600办啊，照哦。啊！你即马来，今年要办，搁不较好，你就提出来报告，即个议员大家啊，讲我加这200万有够跳，200万无够，搁400嘛无要紧。啊！你莫搁当只编，互咱讲使。啊，阮遮是坚持600，吼、哦，咱个使。无啦，因为金毛呀，因为意见有、意见就无共款啦，吼、哦。我知，啊，我做唔是。啊，当然，这是大家尊重啦。我是意思讲，啊，这主席唔是无贵呢，800唔是无贵呢。因为你是讲议员会去参加，大家学了讲600万就做啊真好哦，吼、哦。啊，咱今日去加200嘞，去今年明年比今年较好未啦。增加这一个特色主题馆啦，各位五项主题啦。你人心，什么是人心？你咱遮议员伫遮对这条意思有问题，会当表达意见。剩的后壁，你著照遮大家意见，你甲写落就好啊。对啦。啊，煞过来是到大会甲讨论就好啊。啊，我知啊。你后壁是要安怎信啊？即马我就甲讲，即马伊讲要删嘛，你知影？啊，删你著甲保，你著。我甲保你块银块，我讲搁置无要紧啊。哦，啊，我说我甲问遮意见，卖不要管嘛。我现在我大家讲坦白话啦，恁议员才和蔼啦。你著安尼处理就对啦。来，这个那边，就伊他都安尼啦，应该要表决表决过来啦。无啦，卖表决啦啦。就600万呐、啊，就600万呐、啊。然后照去年的啊，如果有、可以，好。小王爷，来来，那我那个总执行官拢无问吼，这条我来讲一下啦。其实吼，阿里山的产业在咱嘉义县吼，这个地吼算无简单啦。我去看到一个好朋友在卖地吼。伊摕一粒像大骨母只粒啦，伊讲这个地吼是阿里山山顶3000公尺挽起来的地，爱大英价起哩，一公挽3斤啦。我坐伫遐，一个大料甲买14斤，一斤偌济钱你知无？2万块的人头纸。所以讲地吼，足深的学问啦，在座议员拢我的好朋友，在座咱的一级主管拢我的好朋友，其实。风水文章地脉就无几个啦吼，像伫跑我这个吼，这臭蛋啦是，其实虽然啉虽然爱开口，所以讲伫茶博会内底，只要是办着地的，我话有当时也去看吼，是办了真正袂歹啦吼。但是一点就是讲人家邀请我去，我泡地真正功夫的啦。謝謝我即马兼得要搁卖地，我都要讲个古例记录吧。风水文章地脉的无几个，就是讲其实地这个科目足深的啦。是啊，当然。拄只完整甲咱一寡议员有意见，啊，无认得啊，歹裁决。啊，我是感觉讲，这条吼，那是为着山区的产业来互我讲啦吼。就像讲，即摆完整有意见，无要紧，咱送大会，但上主要，局长你这边吼，资料爱共传到充足。是。卖讲加200啦，那反正阮大家意见交了，真正在办较好，会当吼阿里山的山区只做地佫较好，咱佫加1000块嘛，无要紧。感谢罗议员。对，但是都袂当加到，当最高200就是安尼尔啦吼。啊，这条来我处理讲安尼好无？反正，感谢。玻璃花跟款都来好无？主席，主席，咱各位议员同事哦，这案吼，我是我有意见啦。这个活动吼，你若讲要推广地吼，伫咱每年。就拢比赛2-3遍啦，这才是去推动，才是去带动产业，才是去替地农争取伊个权益啦。
但是你这款活动哦，差不多管，你差不多什么活动哦，在我所在哦，这是活动了，一个都无呀呢，十间都无呀呢，十间都消化掉呢，他需要搁你采一个迄个派梯啊，交流道口吼，迄个万年古安搁底下呢，风台浪倒还搁咋修理呢？啊，这是十间都无呀呢，哦，各位同十斤，哦，所以我直接要甲咱各位同仁讲哦，咱议员的职责哦，就是要把关，对咱的官员开销预算，咱有尽到责任啊无？啊，若逐项拢要过，逐项拢要过，议会都关关过头，后摆就到县政府、县政府议会局，还是议会处都啊？吼，啊，所以我的意见是讲，这款活动一百变六百，六百变八百，明年话变一千，问题你有迄个预期效果出来无？你的活动伫对，你的计划伫对，你去年你的这个叫做成果展，也是讲你的这个叫做期末报告有出来未？有无？甲等于这等于报告啊，期末报告印出来，啊，他妈出来你提来议会，好，大家议员干不搞讲你这六百开了安怎？我嘛希望我会当。因为你这条钱，欸，这条钱不是讲有物件。有价值的物件，有产值在遐。你每年办三遍的地比赛，对不？是。遐就是你推展咱的农业，咱的地农，遐就是你赚钱，遐就是报农民赚钱，遐才是正确做法啦。你这条，唔是替地农你办活动，唔是替地农你杀伊的产值啦。你这是敢那一个文化性质，你听好不？予人来看看，无物件拆起来，国文公司。钱咱领去安尼尔啦，阿边，伊就先该种一个期初报告、期中报告过来一个期末报告哩，啊来领钱，分别领安尼尔，拢总无留半项物件。无，议员你可能我甲你报告啦。哦，你性质是安尼，你不是真正哩。你是咱界官推动地嘛？你这都是界官民知影，咱是爱予其他官。有另外讲，你这都是纯粹的，即个叫做活动性质尔，文化的。因为产业吼嘛是爱用这活动来个包装啦，你像讲茶、茶、南投、南投伊个活动嘛办真多啊。这类是这条钱八百万拢装无，所以我直接要甲咱各位同仁讲吼，这条八百万类是十日都消防的拢无。对啊。啊，有这个意思，张文俊有这个意思，我有认同这个意思。当然，大家力量无同，大家看也无同，不过伊这个力量我有认同，所以讲。而且要甲各位同仁拜托啦吼，这款钱唔是菜地啊，唔是有做地啊，唔是有啥物用途的啦。这款钱是十日了，规条钱拢消风，拢总无去。啊无，伊甲你删一个两百万，直接我嘛要恳求各位同事吼，是不是甲张永军尊这个意见甲支持？有理啦，有理啦，这是我意见啦。主席，主席，主席，啊你大家拢问啊，这个敢唔问我？无啦，今日我是安尼啦吼。无啦，暂时先休困五分钟啊啦，好不好？慢请来啦，哦、慢请来啦。主席，杜家福兴兄讲我是做有理呢，因为吼，你十天的时间开迄个钱，到底啦吼，伊的效益偌济，无人知呢。因为你也是茶叶交流是交日本嘛，对不？是不是呢？啊，到底因为办案呢，地主家咱的农民有受益多少？您？刚我做出来，因为一百公顷，你办的是有质量保证啊！啊，我哎，主席，主席，我来，主席，那个局长，你查一下，这东西在内底。啊，卖偌济？我问你啊，你有统计出来无啦？到底对咱的农民有偌济、偌大的受益啦？哦，所以这部分，今天咱不啦，局长，今天咱改观的灾情吼，也沦落至此吼，咱的灾情这歹吼，我跟你讲吼，哎。进前报纸好看呢，咱嘉义县议会十外当人，唔捌上过医生呢。有啦，有啦，哈，有啦。啊，有是上偌济？好啊，先我讲啦，起来啊，先休息啊，休五分钟就好。哎，主席，慢请来啦。我来讲吼，杜家好生兄甲这个完整的讲个意思哦，我嘛正认同啦，吼。行啊呢，咱都。你这人生是甲过来，大家来研究看哪啦？我知啦，我即马休困就我赶紧解释一下，好不好？啊，系啦，来啦，休困五分钟啦吼。来休困啦，食冰来。大家拢有啊，大家拢有，食冰。
标准食品的功能。无啦，这我标管啦。伊的用意是讲用打新保留，啊保留了，好保留了吼。保留了，你唔是甲你删两百箱保留啦。你听无？伊的意思是安尼啦。伊硬讲要删，你听无？啊，我讲卖删，我爱保留。啊，你都保留了，你都等伊删了要删了要。保留，你的成果展要提出来，你的预期效果要提出来。我就不爱，我就要大家好爱尔嘛。哦，啊，我卖讲阮大栋，阮人济，我不爱。黄万，这你听好无？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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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济啦。大栋连江会走，连江安尼，那是今仔日安怎是上下边呢？我都上下边，上下边要大家慢慢来呢。我卖讲恁几啊条要讲呢？因为你像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品嘛是。
各位议员同仁哦，啊，针对着张婉珍呢，张议员哦，讲的这条委办会这条800万的部分，他个人部分呢，我们用保留发言权的哈，啊，占各自的，啊，这条了哈，啊，其他议员刚好剩一点，好了哈，那就这样子。就是，我这把是针对。反正这条就只有八这条，这条你就怪伊安，你就怪伊安好了。啊，有几个要保留发言权，挂机长兄。有保留啊。保留发言权。叶老兄。啊，少林兄。啊 ，K 的兄。哎，全部啦，那就全部啦，一致的。来啦，就全部开会，今天啦，今仔日开会这啦吼，啊，副代副议长啦吼。不啦，今仔日有开会啊。系啊，有来。那你副议长来嘛，算损失啊。哦，副议长也是啊吼。那我们就这样子决定哈，好了不？哦，啊，那我们这个记录一下，记录一下我们所有的人。好，还有意见呢？好，哎、欸，但是哈、哦，主席，我一个建议啦哈、哦。唔通讲迄十天哦，开迄600万啦、800万啦，要有持续性的活动哦，安尼快会当带动无啦？啊无哦，你十天到底迄些钱开开，到底农民、遐地农到底受益偌济，无人知影啦。反正哦，遐受益也卖出来，无迄600万、800万的钱啦。独家林立源、林昌廷他有在讲，可能在行销推广里面不够，还是说文宣的用意不够，啊咧有欠缺问题，哎麻烦。本局处这边只每年举办的时候，邀请所有议员来参加意见，你听无？好啊，好无？我是感觉讲要有持续性的推展啦、啊。要怎么样去做行销的推广用意，才是重点。哦，你听无？局长，有在听无？因为刚刚看他的那个成果报告啊，他后面结论是吼，吸引大约10万人次，600万吸引10万人次，就那十天，啊，那几万可不可以给200万？不啦，十万人次哦，不是人数哦，人次我几个人啦，逐工伫遐行行去，安尼就看算几摆啊。不是，咱冇创着400到500万的迄个营收啊。好，没关系，我们都保留发言权哈。小丹丹啊，今天所有开会的，今天所有开会的哦。主席，今天所有开好。主席，哎，上简单的就是安怎呢？电视广告是哪一天广告几下套？是一天广告几下套效果较好，还是一天广告一套效果较好？哦，上简单的道理嘛。所以说他这边开这么多钱没关系，但是呢你就是、哦、要有持续性的推展啦。好，那个新闻处现在稍微记录一下，再记取一下啦。哦，啊，还有我们农业处这边，因为有关我们农业的发展嘛，好不好？啊，你如果说跟文管局这边说结合啦，明年这八百万的用里面、哦、局长相关单位都做一次啦，结合啦，主席来做一次营销啦。你如果说那十天就开800万、600万，我是坚持反对啦、嗯、一定要持续性的推展啦。OK， 我讲啦，重点是办活动的时阵，无论安怎，哦，我们本局这边，我要告知我们议会，好不好？啊，邀请各位议员去参加咧，哈、哦，好不好？啊，各位议员，你对本局势咧，佮有甚物意见无？有，来26页，一样，26页下面，大地艺术暨地景艺术设置规划费250万，然后28页。大地艺术暨地景艺术规划设置750万，这里我有个建议哈，104年的时候编的1000万，到尾敢那用开100万尔，900万保留到105年，啊105年的时赶快搁编1000万，因为迄阵，咱的对咱即摆副馆长哈，他说因为只有那个900万哈，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地景艺术到什么艺术装置，所以呢需要配合105年再编那个1000万，好叫我发得折。而且这是104年到105年的经费，竟然咱即马爱到12月23日，105年底12月23日，一个月的期间要花这1800万，就这一个月花1800万要来做这个地景艺术，而且是到明年才有办法完成这些预算。我觉得说，那今年106年的预算呢、啊，这两笔250万、750万就删除。等到您需要做的时候，经费够的时候，明年再来编。今年不需要这一笔全部删除。而且目前嘉义县我们需要的绝对不是这些艺术品。今年你这远雄这八件，你起码过来1800万，你要做12件，总共是20件艺术品。我感觉对咱嘉义县来讲已经有够多啊。这个议员报告吼，因为大地艺术季是爱持续来做，那么明年呢，咱。要把这历年来的地景艺术创作，跟这个2035爱情天际线呐、啊，
这主轴来发想哦。所以讲要来形塑这个爱情跟家乡情这个主题特性哦。所以特别规划是这故宫南院周边呐、啊，甲管地这限制特区整体环境的迄。无咧，啊！恁馆长表旁，恁咪做个木款诶？再去募款啊！再去募款啦！不要用现款做这个。医生，再弄删掉。因为我顶届伫这个总咨询毛甲各位议员报告，咱嘉义县吼艺术家是出真侪啦，全台湾第一个画廊阿波罗画廊咱破主啊，哦，包括咱破主啊刘根古画艺术家杨延泰陶艺。那不用再解释那么多，这一笔就是删除了，这一千万删除，这一千万的公共艺术品啊，嘉义现在今年要做二十件已经很多了，我想明年不需要再多这个一千万，所以这两百五十万、七百五十万坚持删除。坚持删除哦。各位议员，您对这案有什么意见吗？无意见，本是无意见。大家没有意见，一千万删除啊。无啦。没人反对吧？对啊，你要等什么？来嘞，主席，当然哦，本是认定安尼啦，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啦。啊，咱这议员当然嘛，各议员当然嘞，因为认同的做法啦。但是我本是认定讲吼，伫艺术的营销当中内底，伫咱嘉义县，当然咱议员咧质询提供。钱那钱偏得济，做这么多艺术的艺品，这对咱嘉义县伫未来是毋是有需要？对咱嘉义县的文化观光是毋是有影响无？啊是有益的，啊是无益的？当然，这一个政治点。啊，当然伫遮，咱要讲第讲，伫所有议员当然，各议员真正的，因拢有因表达因意思的一个意见。但是咱要讲第讲，伫文化观光局当中内底。咱是毋是有需要来讲出来，来做一个说明？第一，讲咱偏这个钱要做这个艺术品的原因是对。当然咱像阿咧讲，咱张院长嘛像阿咧讲，讲艺术是无价，艺术是袂使用金钱去达衡量的。但是伫嘉义县，咱过去咱像阿咧讲，讲咱嘉义县是文化的沙漠。伫文化的沙漠当中内底，伫文化观光内底，咱如何要透过？艺术品的设计，去来增加对咱嘉义县的能见度。我相信，伫文化观光局，这是有必要性的，有需要来推动这个文化观光的艺术。当然，艺术伫这个人与人内底的认定上，每一个人伊的认知上绝对无同的。偏偏一项艺术品，有个人伊会认定讲这是艺术，但是有个人伊嘛认定讲啊，这歹当古色，啊当讲啊刻刻的，这要算啥艺术？当然，伫艺术的眼光内底，伫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咱拢起来尊重。但是本少是讲，伫嘉义县，伫过去当中内底，伫咱的农业社会，伫嘉义县，若要讲伫文化，人讲咱嘉义县是无文化。伫过去，伫我伫出外咧服务，人讲咱嘉义的名产是啥？咱嘉义的名产有一项，这吼讲得吼是啊，真歹势，啊嘛真见识。咱嘉义的名产讲在老麻啦，嘿。唔是东石河啊呢，唔是咱的阿里山地呢。伫过去，若讲伫嘉义，咱若讲嘉义的名产是罗马，但是即卖已经无同啊，是安那？伫故宫已经落脚于咱嘉义县，伫故宫内底，咱要发展呢，咱已经有一个基本地啊，有一个初步地啊咯。有故宫南面伫遮，伫周边内底发展，当然爱有一挂艺术品去搭陪衬嘛。人讲哦，人要衣装，啊，佛要金装。即阵新民搁较灵感无对啦，若要挂一块金牌吼，同款袂当显示出迄阵新民内底伊个心理现象。同款呢，伫故宫南面，咱配合着故宫南面伫咱嘉义县，咱是毋是有需要做一挂台地艺术品来做一个景观的设计，来改造伫咱嘉义县的文化气息？这是本色的这个意见。我就是讲，这条医生咱不应该再删掉，咱有需要去推展咱嘉义县的艺术。好，文中央。啊，我认同咱迄个蔡议员所讲的啦，吼。其实吼，一个地方要发展，咱来家己去定位定也好，吼。啊，宜兰县连发展啊这么好，咱嘉义县相共是一个农业县，咱到底咱的未来要安怎去行？啊，我提两个案例啦，吼。
一个就是新港的板头窑，吼、哦，板头社区，因为因有遐公仔，因为因为遐迄、那个讲啊高级烧，吼、哦、啊，咱只艺术家伊的创作伫遐，所以哦板头社区才会遮尼闹热，吼、哦、一年干一个过年时啊，约卖几啊十万人，吼、哦、啊，这个啊头桥工业区即卖熊大庄，吼、哦，因为伊内面就是有遐公仔，哦，所以伊一年我都吸引150万人的游客入去到遐，哦，所以嘉义县到底要安怎来发展？我想吼、哦、啊，文化观光局吼、哦、应该努力吼、哦，啊，将恁的思考，咱要安怎去建设咱嘉义县，要安怎去打造咱嘉义县，吼、哦，要安怎来打造咱这个文化艺术，吼、哦，要吸引咱的外县市，哦。诶，一挂游客来到咱嘉义县来做深度旅游，即得应该爱做一个相比较较详细的计划，来互咱所有的议员知影吼、哦。因为有时啊宣导无够，大家唔知恁个环境伫对个吼、哦、啊，应该是爱去整合地方所有的特色，啊，互遮议员知影讲未来方向是要安怎做吼、哦。所以我嘛是认同讲啊，咱嘉义县应该是爱结合咱个。啊，休闲农业甲咱的文化艺术这方面哈、哦。感谢陈议员，事实上，这推动公共艺术吼，这个包括台北的这敦化南北路，伊是做了上好的。那像桃园最近嘛做了啊吼，啊像北海岸、东海岸拢在做。咱嘉义县就是像王文志，伊最近人嘛应这个大地艺术季来往内海去啊吼，伊人又去啊展览。所以这是咱嘉义县的一个荣耀。那所以最主要大地艺术是讲伊咱这美术馆哦。咱当时吼，从一般美术馆伊有开放，暗时啊吼五点就关啊，啊早时啊九点啊开，啊伊这大约就随时咧任何人，吼咱拢免啥物时间拢会当去看，这是一个，而且咱嘉义拄好有这个这馆路建馆伫这附近啊，拄好这个空间，而且故宫南苑啊，伊是做华夏文化，咱会当对应就做这個公共艺术，这是一个阮的思考啦。好，好，你拿那个收音机啊。我是认为哈。咱这艺术品拢放伫迄故宫的周围，对无？咱应该是咱的钱唔通阁开伫遮，应该爱建请中央，吼、哦！因为你这拢伫故宫的周围嘛。啊，咱用中央建筑，故宫因建议从个168艺术大道这部分嘛，你甲因记落来。啊，因故宫院长。过去已经开一条1000的，阁开一条1800啊，开很济，效果伫对。今仔日有意见。原因就是在这，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文化艺术品哈，尽量是给故宫，咱给中央故宫来开，因为这拢是故宫的周遭啊，我是认为这样。各位议员对这两条议程来底了哈，感觉有什么意见？哎，主席，好，和平啊。有原因，我感觉啦哈，咱文化观光局，哦，卖讲着重视咱这个故宫，也是咱县政府附近啦。我感觉德化公园、梅山公园，哦，这足侪人参观的嘛，足侪游客去的嘛，不、啊、免费开放给大家游客去。哦，台山明珠，这员工，我感觉这个所在，唔免咱每一项的这个啊做。文化观光局有一个艺术品，拢要许多人搞，啊，做这个咱的馆务的周边乡镇、哈、哦、公园，你也使个考虑者啦。哦，我感觉咱嘉义县是要求进步，唔是要称赞你保持现状啦。我是讲要求进步，啊，我支持你这个啊做啊咱观光局这条经费安尼，哈、哦，感谢。感谢叶议员，像德化公园哦，伊。每一个假期，礼拜六、礼拜天大概有差20000的这个观光客哦。哦，伊这個天空步道哦，伊迄差不多五站楼管。顶几工啊，这个顶礼拜啦吼，礼拜去这个陈升哦，伊嘛来遐表演，咱这个哦何子凡何爷嘛全场参与啊吼。所以大概迄工像迄工暗时啊，就加尾啊3000几个人哦。所以咱管府呢在推动这個文化观光，实际上各个点咱拢有去也顾到啦吼。感谢议员。我告诉你哦，刚刚局长啊，我发言一下。局长，您刚刚说王文志这个艺术家，对不对？
他在嘉义市吼做两件艺术品，我其实还蛮认同的，一个是乐坛影星，一个是森林之歌，对，对不对？没错，这大家都知道，而且我相信他都是持续的，大家都会常去。那目前我们嘉义县做的都是单单一件就是石雕的雕刻品，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其实今年太子大道者的黑龟件嘛是开千几万，对不对？今年已经做了8件，现在又做12件，一样啊，都是石头雕刻，请艺术家来雕刻，就在那边。你觉得说有哪个观光客来，也可以站在那个石雕品旁边，然后跟他合照，po上网说，哇，这个是嘉义县的艺术品啊。这应该是因为那所以我觉得说，你明年应该不用再做这些艺术品了，这些钱先留着，好，就先参照您未来后年，你再好好的规划一下。我期待您可以跟王文志艺术家讨论一下，在我们嘉义县也做一个像嘉义市的哦，森林之歌，或者是那个月影潭心，这个都让大家晚上都可以去看啦、啊，很漂亮啊，灯光啊什么都非常的好，大家还可以去走，还可以去参观呢。啊，我们嘉义县没有啊，弄到一件就几百万，然后就开在遐，啊，即马就等敢那石头雕刻一个月就开迄1800万。啊，你敢有价值？今年已经开2000，连这件呢，2800万。一个月开1800万了，伊这作品设底下，伊就是永远底下嘛。顶几天我去拜会陈庆华医师哦，伊特别甲我提醒一件代志，讲咱来去思考5年后、10年后，甚至50年后，咱要立界观留伫什么块啦吼？那么公共艺术呢，其实头先你讲的王文志，伊是我跟你说，发光发亮。各我们嘉义县的县民哈，很多都反对在嘉义县在设置公共艺术品了。这些艺术品目前绝对不需要。你要让大家有文化气息，有艺术的气息，是要从小扎根，大家去培养那个欣赏艺术欣赏的。不是讲你两件艺术品，大家就有气质的哦。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啦吼，那公共艺术当然没错啊。我觉得就是反对这个艺术品，这一千万就是删掉。如果您未来有更好的规划，您计划提出来。100年、106年预算，107年预算，你再去编就好了。这实际上这是一种个人迄个啦吼。那么想讲，你是讲迄老公老啊，当然是被你已经设底啊，大嘛反对。删除哦，这一件我建议删除，250万跟750万删除。各位议员，敢有什么意见？因为越南来，伟杰。这吼艺术吼，大家眼光不一样了吼。但是观光局也按规划，当然有他一定的那个了吼。以去年那个梅花了，当然今年累计可能会做得更好了吼。虽然说我们今年已经有做了8件了，但是8件你想想看，如果光一个嘉义县8件是真的也是很少了。但艺术这种东西有时候都无价，然后你把它有时候是雕刻，有时候是其他的东西，那是那个艺术家的创作。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在那里做什么，那这里他做的就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本席是支持文管局继续，该做的就给他做下去。感谢蔡议员哦，你是讲那个黄色小孩赫夫曼，伊伫高雄设的伊作品1500万，啊，设置费500万，大概要2000万，啊，人伊即届。伊上岸这个竹楼这个泡泡树啊，其实价值比较3-4百万，伊是回赠的回馈啊，所以咱也嘛是无开着。我相信讲泡泡树啊，伊将来那设好了，实际上咱会造成一个真大嘅轰动啦。那么希望得各议员敢继续支持啊。对，无唔对。伊这。不锈钢的烤漆啊！这只啦，我来拗，来拗，要计值偌济？哦不，这不是拗问题啦。啊，拗是吼，你实际上拗制作权问题。人咧讲系讲硬拗的拗呢？哦对，但这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就是讲伊这是伊创作的啦。这只伊送的啊？这是回馈。回馈哦，唔免钱的。对。唔免钱的，要放在对。你要坑得对，要坑你管低啊，限制坐标。你看嘛，你这啦，你甲我讲，我爱讲啦，艺术拢无价啦。你睇咧，你这个钱你都赚唔起，咱呢中央，即摆叫做文化部啊，啥物？是文化部。对啊，去遐争取啦，你拢用咧捐款伫遐咧编，
哦，开得专辑呢？对啊，你们可以提计划。家己官上加官呢？你们可以提计划跟中央争取来做啊。只要拢咱家己管管看，不是啊，啊，咱管看已经拢无钱啊，要做好做最高拢无钱啊。你若要做哦，要用管看爱三弟，啊，啊，你去中央讨，恁即马拄啊拢连线，连一线，哦，很好要经费啊，连成一线的，地方中央全部拢共的，最好讨经费。已经真讨啦，啊，这安心个贵啦。所以这条台雕，啊，让伊较去努力去讨。无啦，我就是无看啊。去讨啦，办了啦，办了。光叫你甲拄我讲的吼，拢讲好，我听着是愈看愈听愈热起来。本来是无爱的，吼、哦。你人拢讲好，你啊，你黄色小鸭，你讲高雄开偌济钱，吼、哦？人的成果够多，你甲比好的尔，万不是这下摆你会比袂无？啊，你所谓医生。你执行到什么情形？对，你有诶，旧年都拢无执行嘛。你连着这摆，你讲你是咧个拼啥物预算啦？我阿未一百，对我都恁都拢过啊。我阿无个人讲，无我个顶，伫即上我就讲，一定咧逐条心理哦。今仔日互你偷渡去，我无来，即我家己失职。我做议员，我家己感觉我失职啦。但是咧，哦。我本来是咧叫你做条生意尔，但你迄个，你所做诶咧，做一条，你有积极去做，你若讲做了好，阮诶同事甲你反对，哦，安尼就无理。你所做诶，都拢总讲话上歹听咧，拢敷衍诶尔嘛。你是做做着对，做了有对，成果着对。你有成果报告，你有写出来无？啊，我请教你，局长，你家己管理咧。恁做局长，恁我局对有对咱家己县发展的成果对不对？对咱家这个议员报告吼，咱家己县即摆到年底预估啊，这观光人口要到来到600万哦，这就是实际上观光是多。恁就开钱尔，我爱你成果嘛。啊，这就是成果啊。啊，你成果是互相人，家己认同你这做到真袂歹。实际上其他县，你是对你讲落啊，恁就开钱尔嘛。其他管理上，咱家管积极咧推动观光，嘛是咱家的观念啦。你去积极推动观光，你就推动伫倒里去啊？哦，你这业的成果，像阿里山成果是伫倒出来，有计划的观光客来遐是咧创啥物的？对无？你拢无嘛？你干咧开钱一个计划尔？家阿里山，对无？即摆若家去拢塌车。啊，你甲我做起来，你咱对咱家己县的观光发展。哦，有啥物考虑就对你讲。啊，就是因为你像迄个工艺术，伊嘛有一挂少年仔要来，所以咱这开我顶家就报告啊。迄是开钱尔，啥物少年仔来？少年仔来袂？喂，你是你用嘴讲的尔嘛？喂，你成果就出来对。少年仔来几个？拢总来几个人？拢总来偌济人？你讲。我即摆我是无甲统计，因为。对啊，你若少年来，逐工嘛拢刚过咱家己关，对无？你这是成果哦。这就是你的成果是啊，像你这种成果是咧叫阮遮同仁安怎来甲你来学来服你，你这个成果，你这个表现，这个哦，对哦，报告啦，因为你咧讲开钱，你嘛讲开了，阮感觉讲，你伫阮嘉义县甲咱开钱，开了我对阮嘉义县，你这个观光有发展着，来比如一个讲，阮水上百货公园，这是国际。国际拢有认同的呢，你所骗你的医生偌济伫遐，你是毋到啥物程度？对，在我议员做即届第五届就对啦。哦，恁文化局伫水上即个公园开偌济钱，但是成果就对，拄啊即个太阳馆，拄啊头一遍，咱当馆长处理会到钱吗？过来拢无啥物，都无啥物迄类啊，啊，对唔？恁咧做，恁咧敢开钱，最起码你要有成果出来阮看。你敢讲，遮少年咧，你做这個、啊，都一挂艺术了，少年来，嘉义县为遮贵，每一工拢偌济人来，几个都去采参观。你讲的拢骗人的嘛？对唔？你几个？你讲你无统计？
般一般的。你敷衍尔嘛？不是敷衍，一般的。你你你真正够差的，够差的啦！一旦通过，像差不多伊是坐高铁啦，我跟你讲，还是坐什么玩意？哦，差不多入园。你要我坐，要我坐，阿未阿未开始阿未信诶！我要求局调读完听话嘛咧，我咧局调心理，对。我无量包含诶嘛，你包含诶是涵盖遮宽嘛？你所做的实际是对阮看无嘛？你讲开遮侪钱是你开你这你后你成果是对，我咧爱是你成果，我毋是爱你，是你骗得我画图阮看尔，对？你毋是实际做是对，对人家吼，你是讲了迄双官格官大哦，遐都真正有真侪官公过去。即我能够甲你认同呢，哦，你以后袂敢开，开了无效果诶。即我先要甲你抵制嘛。我办了，我办了五届，我有加讲过。对。哎，啊，这条无意见啦吼，办了。有咯，这条无意见。我甲你讲。哎，对，我有。后过来就是。有，我讲，这一千万你冇意见啦，我爱和你讲，因为你老大，你是五届的，你先拜。哎，唔先来讲，第二就听大拢变大。对啦，啊，局长爱会知啊啦。爱合理，爱合情合理啦。哦，因为太阳关系，我这个教处咧合情合理，我就做这个周边的改善工程。啊，你用拗我连阿妹，我这用拗关系啊啦。哦，我咧少年个老用拗关系啊，对唔？啊！来，你著看这条，啊，对。我即摆听个人意见，问下咧，问下啊，我即摆要讲，无啦。局长，我感觉你来接文化局局长，可能业务我无做了解。是。你应该当问副馆长，有诶是旧年到伊执行诶，有诶是毋是跨年度诶？跨年度诶医生，你知？譬如讲一篇，伊这跨年度两年做一道。所以执行力较无好，还是留咧今年度较要执行的。你我看这条，我是感觉先留咧，啊叫副馆长来说明。我看要较了解。安尼我讲啦，针对这案，我甲保留完整你的发言权啦。问我都唔知，答都唔知，好不好？啊，等于清是进前的文官局局长啦。哎呦，每次都保留发言权，啊、因为这个一千万真的就不需要，我们一年不要做艺术品有什么关系？要再从高部队再解释这个用语，还是我是跟你讲嘛，你要删我就是表决你啊，那就表决啊，我觉得这一件一定要表决。卖拖时间啦，卖拖时间，要啦要啦，卖拖时间，哦，恁赞成我过人举手啦。哦，我即摆我按了我就直接走的。要啦要啦，不要管了啦。如果今天表决赞成，就通过一千万要做这个艺术品。那我处理了，好了，请我处理了，不要管了。那我来讲哦，台湾各位议员哦，安尼针对到二十六亿哦，这个250万的部分大地艺术季哦，啊，甲28亿，这个750万的部分哦，大地艺术季的部分啦哈。来，啊，寻求咱各位议员哦，无同款的意见来底哦，啊，本是伫只哈，来请示讲咱所有议员，那认同哦。这条、这两条啊，一千万共一千万，部要删的部一人，哦，来请表决。你说删除吗？要删。对啊。哎，要删的哦。那我们做记录啊，我们删除。七个嘛，那个郭姓兄、金木兄、吉江兄、苏仁志啊。反正啊，班兄，哎，身体也歹势，我这较低啦，我这较低吼，我这较低，坐遐较悬较宽。看看，大家看。好，身体呢？名字我们做记录。姐，你那个手是赞成呢？赞成删除。你啊？公务我看底下讲身体。好，我是讲你啊，举手，我是讲这个你也赞成。好啦，我拢认同恁家意见啦，拢接受啦，采纳啦。哦，好，我们登记了嘛，总共有八个，是不是？2468，好，就八个啦吼。啊，咱同意的人吼，同意的举手啦。系啦系啦，我来同意公布三个人，这个案要完全通过吼。这个26亿250万的部分，大地数据甲28亿750万的人，然后同意要通过，请表决。来，
来，副议长，我们副议长伟杰、梅永杰、湘婷、文忠兄、阿忠哦，三哥、孟龙、莫辉兄、何平兄、子桓，志啊吼，阿兰姐啊吼。你哪个红人变遐济出来？十三个哦，十三个啦！啊，今仔日十三个同意吼，这个原案通过吼，啊八个吼无同意哦，啊一只咧，因为今仔日议员的部分咧，拢总来表决哦，过半数通过哦，啊所以讲这个吼，安尼只有原案通过吼，啊各议员各对咱所有议员内底有啥物意见无？有啦。局长，局长，那迄个二十八遐啦吼，二十八遐内底你个，喂，二十八遐内底你偏迄个主文文内底文化建设对无？文化建筑及设备啦，主文文啦吼，你都偏一个艺文推广科有无？即遐就是艺文推广科嘛，对无？机长也歹势啊！机长，这两条要保留就发言权吼，啊，我来保留啦，安尼好啊。好啦，啊，你这个另外个三十二啊，你个文化资产科，嘛，搁是文化建筑及设备。是。啊，是安怎？你这一个局处都，咱个资本文内底设备含投资都设一个，就一个科目就好咯。你是啊，甲分配啊？你甲分这要创啥？总金额嘛是两个，加起来一条三千几，一条两千几，加起来嘛是一个六千八。你是甲分开要创啥啦？我是按照这个业务，这按照科别来编的啦。啊，是按照分开一波科别。报告议员，因为去年的话，是因为文化建筑及设备、其他设备这个科目是。局长，出局长来。是。你的科目，你承办单位加你都，你都写一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就好啦。你写个分开安尼怎啦？这我来是伊在安尼编啦，请咱会计主任来说明。报告议员，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县政府他是要求说承办单位要分开。我们105年的话，文化建筑及设备的话，承办单位。这个科目有两个科是在公用，一个是文化资产科，一个是艺文推广科。对啦，对啦，我就是讲，啊，着局外处、局外、府外局的，迄种一般拢一个资本门，拢是设备投资，就是加一个科目尔啦。是。你安着只是增加篇幅而已啊。没有，他那个今年吼，那个主计处那边还有财税局那边，他们有跟我们讨论过。他说这个部分要把它拆开会比较清楚。税是啊，这来分开啦。是啥原因？你总金额也无变啦。报告议员是，报告议员哈，因为府外局的部分，他们的会计系统是是。会上线的，明年会上线，所以他们是依那个今年上线了、啊、所以他们是依科别下去做控管，所以他们有依科别下去编的那个预算。所以这个分开。嘿，对啊。啊，是啊，旧年度都唔认。因为去年度他们还没有上那个会计系统，府外局是没有，是今年才上，对。科目的不同了呀。那个局长，是四十三页，哦，你编一条2000的换管费，要争取2018年的灯会，是，对不？对。啊是安怎？就到2016年尔，啊到2018年的，较要争取的时候就到骗，你那时候咪骗2017年的？那唔去平面一道，这个是啥原因？甲议员报告吼，
因为咱即马即个观光局哦，今年我顶阵做遐个开会尔，伊即马阮甲今年明年是昆林啦吼，后年是迄个屏东甲咱嘉义县提出申请，啊因啊争取会得袂啦，重点啊，咱是积极。你只偏偏咧是偏偏是争取会得袂啦。我咱这一边重点摕来嘉义袂啦，你有保证无啦？保证这是有保证无啦？是积极来争取啦。啊，你要做啥？这就是要做啥？伊迄个观光吼，迄个咱有一挂迄个吼，有一挂基本的迄个做啊嘛，规划。你讲详细，你头头讲，你免你头头讲。伊整体规划吼，啊，过来就是讲咱还佫一个灯区的创意设计佮硬体设施，佫一个展览活动啦吼。那么咱这个过来就是各媒体的宣传、行销、环境美化。我讲啊，好啦。好，这等等，这拢是伫这个。主席，本席这条主张保留起来，你。伊个计划啦吼，伊这总意是咱有计划啊。是啊，计划你起过来，我保留起来。哦，定位这条2000。啊，计划好啊，做啦，啊就对啊啦，啊我甲你保留啦，我保留发言权啦。我主张我要甲你删。好。哦，你着我保留起来，你资料起来我看。好好好。哦，好啦，安尼。但是哎，我讲，哎，保证有哦，买2000开到佫争取袂着。争取袂着，就开这钱冤枉啊啦。叫家开。争取着来开。合理啦，这话合理。嗯。好。叫咱来编，上少来编1亿啦，50000000咱家来编。哎，中央唔能补助吗？中央无补助吗？中央有补助啊。中央有补助。中央有补助的啊。有啊，伊是做其实像江木光是做主灯尔啦。无啦，你啊做计划啦，你听无？你计划啦，计划啦。2018咱这计划已经摕我手啦，咱用上亿啊江木光是。乖公，过来。局长人二官，听你讲啊，你的计划争取200。哦，2018年的时，咱要来伫嘉义遮办咱台湾灯会嘛，是，茫别关机嘛，咧烧灾嘛，是啊是啊，编的遮钱，互你做，你啊争取会转来嘛，是啊，啊无开遮钱要创啥物？这就是咱，你啊听好，咱争取，啊所以讲你遐计划紧做，啊即摆有重要，要定要保留发言权嘛，定位要起来嘉义好啦，你有听意思？哦，那个计划要筹备好嘛，计划要完整嘛，安尼好不？好，哦，阿哥来，我是针对到有一挂问题啦，有疑问的。哦，起起来讲啊！你45页，所以绝对条先保留起哈。45页，你这偏者讲补助，政府机关间的补助，政府机关间的补助，这是平行单位在补助的，不是咱上级单位在补助工作的嘛？这个、应该是安尼吧？这个原报告吼，这就是头头我底下报告讲，眉山驿站咱。即个交通部观光局吼，予咱要到3亿用预算，啊嘛2亿做硬体，8000000做软体。啊，即个伊即摆吼，即摆中央对咱地方的补助拢有规定，要有自偿率啊，自偿就是讲咱爱行就对啦。所以咱用30年来推算，咱编300万要予伊安尼啦。啊，你这是要补助啥？你这平行单，你这政府含政府中间是啊，平行单位的补助。我你说明好啊，你赶快说明这个用意嘛。所以这就是我他讲的，伊中央即摆补助咱，咱爱有，咱嘛爱摊还给伊的。啊，咱爱摊还给伊300万。啊，对几个单位啦？你是要补助啥人？你要补助啥人？这是咱不是补助啥人，咱是爱摊还给中央政府。哦，咱要中央政府。对对对，即摆拢有一个自偿率的规定啊。这自偿率有别于，所以咱一般所谓地方配合款，过去讲啊，你我中央补助你偌济，你来配合偌济，即个这毋是，伊就是爱摊还哦，你只爱，伊感觉讲你这有营收啦、啊，你这有收益啊，哦，伊就爱个行中。那、啊、你们到最后这个案件是要办 ROD 还是 OD？ 啊办，这个会办 ROD。哦，你要讲啊，赶快要讲出来啊，未来你要有什么营收啊？是啊是。哦，你无讲人议员哪会知啊？即摆已经有咧规划啊。系啊，啊你爱讲啊，你爱讲你这个案就是有中央补助款内底有个人自偿率，你爱搁等伊。啊，咱有开开的盈利，我们可能日后会做 ROD， 哦，甲这议员报告详细。是。哦，啊无这钱要用安那用？是啊。哦，伊怎样对无？好啦，伊解说详细就好啦。嗯。过来，你的出国计划。你去年度去韩国和马来西亚嘛？你文化局是今年度新加坡和大陆嘛？新加坡和大陆51亿，新加坡和大陆嘛？是对不？
金额拢同款，拢80万。哦，你去年都出去的，成果报告起来，你有报人事处，有交予人事处无？有啊。啊？有。啊，你今年都下？我讲啦，这条我先保留起来，你出国计划起过来。好。哦。好。第51页了哈，那齐章元保留发言权哈。啊，咱各位议员对咱文化局感觉有什么意见？办呀？无啦，办呀，因为有心这句话啦，吼，啊，几啊条拢有心嘛，几啊条拢有心嘛啦，吼。你若有，无啦，你对几条意见吼？免我逐条都意见。啊，逐条意见，你我讲听啦，因为咱逐条都意见。我来讲，你做主席，你爱义工都好处理。哦，啊无，大家做咧闹民，就你、是、我十点好意见，我无够惊发言咯。伊要我无够个要求，十点爱我知影。我十条都有意见，我十条叫说明。啊，你十条回头我读来，我十条我都有意见。啊。我今日无想要失眠，先休困啊。对。啊，阮较认真，阮想要什么意思嘛？我讲，逐科室拢咱先休困。系啊。哦，但是我着对公共局，我着是有意见。我着都有权利较知影，逐条我着我都有权利较了解。啊、哦，所以你为第一页、第一位第一条开始甲读，我认为我有意见。啊、哦，你也甲说明。啊，好啦，因为别个拄只有心足久个啦。心足久是恁个代志啊！我着感觉我逐条我看看，我着逐条拢有问题啊，对？我逐都有去知影个权利啊，我爱替阮个选民啊来了解替阮家己全民来顾咱个医生啊，爱顾咱个管库啊。啊，同意领导评议员啊，逐条审查。权利较了解。来啦，那咱安尼啦吼，咱各议员啦，恁个意见咯。要调什么意见啦？不是啊，同意林宝平议员逐条审查啊。如果有人觉得太累了，不想开会的，可以休息，可以出去，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我这里各条心理，你大家心查，十几边任何人的同意，恁大家拢有权利，我嘛有权利啦。对啦，啊，对，所以我要求你逐条心查就对。哎，迄、那个班长，咱即嘛是安那哈，因为咱啊拄啊，咱既然同意，大家咱已经有心查过嘛。即马你啊提讲，咱要技术诶运作当中会当较顺利诶，是毋是？咱班长是有啥物意见？好、哦，咱议员当然啥物，咱尊重伊诶发言，但是啥物，伊若有啥物意见会当解决啦，咱叫局长好、哦、来做一个表示来做一个发言，安尼做一个解决啦。你即马搁回头开始搁定来，咱就定搁回头开始来处理呀，是毋是安班长？
你就感受得到说大家对我们嘉义县的严谨把关的用于议会的功能、哦、所以说你要未来性的那种执行度，你要很清楚未来性。再来就是说，你所执行的所有经费里面所花费的活动或计划，说未来性的显著差异，你要做好完备。啊，你听有无？是。哦，啊，各议员，咱对各局、文化局、观光局这边，再有啥意见无？好，来，哪一页？我吗？44页。那个3000万哈，建造文化与产业相结合及兼具教育多功能的茶体验园区、高山茶主题场馆这些建筑跟设备哈，因为我看这3000万也是用现款对吗？目前因为咱每个继续。你回答我3000万是现款吗？哎，我唔对。啊，咱迄种即阵的时候，阁有恁工作报告的时候，有讲1000万，管定讲1000万是农委会有补助嘛？我们的先期规划费嘛，1000万下来了吗？现在那个农委会还没来，最近要讨论。啊，没来，你编这要创啊？伊就中央还没给咱补助，咱先编这3000万，要创啥？啊，伊若无来，就等于要让咱的管化来做就对啊。中央伊有迄个因的内部程序啦，啊，因在原则上吼，这个经费是不。内部程序哈尼久吗？咱10月20几日发文，要一个月安尼。因嘛是爱开会啊，因爱有开会。啊，无嘞，开会是。馆长跟农业处理官，你已经开过会有答应啊？呢，啊，啥公文到即马未收到？伊迄答应是说讲，咱去甲拜会吼，迄、那个去迄、那个行政。等一下来，那个农业处长回答一下。跟议员回报哈、哦，那个农委会早上我还有联络过，他是希望我们下礼拜二过去报。那原上 OK， 只是程序上要过去。不是什么原则上 OK， 你当初的时候、嗯、你们就说什么已经通过了，只是公文还没收到啊。跟议员回报。啊，不是拢你讲北财经叫诈骗集团，还警察局丢叫弄诈骗集团呐、啊。跟议员回报，下礼拜二我们会到农委会去。就是都说谎啊！你看你现在一直拖，从施政报告到现在，然后又说怎么已经开会过，现在又说叫你们下个礼拜再去报告。有一定程序。那既然你们都没有要到今，你们自己也说符合程序的呢。跟议员汇报，对不对？我们下礼拜二会过去简报，他要反正就好。嗯，那这一案哈、哦，你说下礼拜二是吗？对，这一案过去报告。3000万是现款，既然中央都还没有同意说要补助，因为这一个茶体验博物馆哦，已经用了莫拉克风灾善款2900多万了，你们已经给他保留这2900多万要盖这个茶体验博物馆了。好，如果你保留了。中央没有补助我们钱，总共要2亿哦，你还差了1亿多，然后我们的现款又编了3000万。如果今天中央没有通过的话，这2900几万的善款已经没彩去啊。咱个编这3000万，我唔知道你是要安怎做，所以我觉得这个科目我也不给你删除，就剩1块钱就好了，这个科目保留着，就剩1元。然后如果呢，照下礼拜二农业处长说好，你们通过就拿到公文了，说有要编。补助我们这个茶体验博物馆经费，中央也要补助经费了，我就让你恢复3000万。因为你拢无嘛，你编这3000万要创啥？中央到今嘛，搁还未答应讲要有咱经费。刚刚已经，阮农业处长已经讲过啊，伊有答应啊，但是伊嘛有内部程序。对啊，你拢嘴拢讲讲的，搁要拢讲白差，讲啥物已经开会同意啊？今摆你看，搁讲后礼拜你再去开一摆会，表示中央无赞成嘛？啊，弄你议事殿堂，为什么随便乱说话啊？这个不是随便乱说话，这都、就是。那通过了吗？中央要补助了吗？就是下个礼拜二、啊。对啊，上一次施政报告说不是这样子讲的呢。你们说已经开会决定了，公文还没收到而已。我今麦要问你嘛，10月24、26发文的嘛？今天几号？今天11月15、16。对啊，白白你台湾才收了这公文，爱这么久。而且又说还没有通过，下礼拜二要再去开会哦、啊，再去报告一次哦。你们既然这么有把握说哈、哦，这个2亿的经费有办法通过的话，其实我跟我举那艺术品那1000万，你就去向中央讨就好啊嘛。1000万呢？因为报告，因为最近这个中央部委，伊拢在做。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不是说要把你整个都删掉哦，是你们有要到经费了，我们再来编这个预算。
因为咱要展现咱家己，要去查博馆，所以咱嘛是相对，咱就是较。马建，等你考到经费的时间，再来做马建。因为你拢无考到经费，你凭这钱是要创啥啦？而且佫要开咱莫拉克，你都上。家里我甲你讲，今天如果我们这个预算通过，你们自己说的哦。如果今天这个三千万通过了，农委会一千万还是没有的话，你们就是用那个善款两千九百万下去做先期的规划，哎，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目前阮是迄个已经上网公告建筑。对啊，上网公告啦。你那时候签合的钱是不是？龙南莫拉克上款两千多万人去签合哎。起码这意思。备注条件是不是今天这个106年的预算，如果这一笔有通过的话，就可以开始开，就可以开标了。哎，预算合法预算是可以来。是不是嘛？你回答我嘛。今天不管农委会这一千万有没有通过，是不是只要我给你预算啊通过，差体验博物馆就直接农家寄落去啊？咱管路的医生嘛，是不是？是啊，是吼、哦，对啊，所以那有差一千万，就是叫你这钱啊贵，就是要去啊，你就是坚持要去啊，不是要甲中央掏钱啊。咱整个医生要甲两亿个，咱不是甲欠遮尔，所以还佫7000万还佫清楚哩。对啊，你连一千万你还讨价还讨袂着啊？佮啊这两亿要安怎？人中央就袂予你嘞。不是讨袂着啊，就讲这有一个定数的问题啦。对啊，有一个定数，就是你今日你，阮这个预算啊3000万块，表示讲，不管农委会一千万有给你无？你已经用了莫拉克善款的，你们保留2900多万，再加这个3000万，好，算你那个3000万6000万啊嘞。啊，你中央买补助你半仙嘞？无可能啦，阮这已经咧持续咧沟通啦。我讲啦，迄完全代表中央就是无支持，无要你干那一直猛啊开一寡迄个目标。啊！中央完全无解支持啦，那如果啦，那有重视啦，迄早迄公司来咧行，唔免一礼拜就落来啊啦，啊拖遮久，所以讲，小等下我讲，这也毋是规个拢无解保留啦，解留一块啦。科目没有删哦，就留一块钱保留。啊，你明年再做也没关系，等到你要到钱了，来嘛，我们再编多一点嘛，对不对？我这个呢啦，跟你保留完全啦，安尼啦，好不好？没有科目就是一块钱啦，因为伊拢无偷着钱啊，你看拢讲白差啦。我相信主席立马就清楚的啊，伊一开始拢讲，迄种已经有偷着钱啊，公文还袂乱尔，即马佫甲问讲，公文交袂，讲无，佫叫我后礼拜你佫去开会，安尼敢对？无啦，这还袂偷着钱呢。无啦，我讲啊，还袂偷着钱，咱就先编钱要还去，预算规划服务费1000多万呢，1000多万啦，规划偷袂着钱，1000多万佫无去啊。你应该这样解释啦，这个预算编列了以后，我们要做大事情，就是预计总投资是2亿元的总投资建造费用，是不是这样？不是，先期规划费。你爱你爱公局长多少钱？未来性嘛。先期规划。我们规划这个规划费1000多少？1168万。1168万对不对？嗯。今天你如果他不管他们有没有要到钱，我们只要这一个3000万过了，1168万就先花出去了。那花出去了，如果没有要到钱，这1168万就没去啊。没没，啊，反正做别行嘛是做啊。没没没，就没啊，因为他这个是茶体验博物馆。陆续会营造嘛。不是不是，他这个只是1168万是规划而已，主席。1168万是规划，对不对，局长？1168万就是规划。是不是规划而已？那你没有去。你看，规划这个茶体验博物馆就要1168万了。然后你们还没确定要到钱，啊，起码有个本3000万，表示讲恁就是坚持要做嘛。啊，告诉我给讨无经费嘞，这1000多万就无彩去啊嘞。咱无可能无讨经费，这是讲伊。你讲无可能讨无经费？啊，阮即摆陆续爱去争取啊。无啊，今日那我甲你讲啊，讨无经费嘞，这1000多万你要出吗？我来出。我们要替我们嘉义县民把关嘞，是不是？是。啊，这1168万你要出哦。我的议员，请你放心吧，我的积极去争取啦。不是，如果争取不到呢？你们为什么不签？你争取到位了，因为你看你们又说一直要开会啊。包括咱的中央，咱这个咱。那组开会，我感觉这个都有录影的呢。你当初的是管地的公务已经有钱了，只是公文还没有到。农业处长也这样子说，说有开会有同意的，起码就敢问。哥哥讲，后礼拜你该开一拜会。哎，反正我讲啦哈。我先跟你保留完全啦，哈，这个哈，因为伊公文后礼拜二若去中央，伊签写下落来，
都拢 OK 啊啦。那如果礼拜二有看到公文的话，就没问题吗？哎啦，我们是什么时候？对啦，我给你保留了哈。不是，帮我备注一下，如果星期二有拿到公文的话，有补助我们这个钱要做。好，我没有意见。我一定会啦。没有看到公文，他公文公哎，那开会要开到几个月啊？公文连看了都看到。你要清楚的答复嘛，哦，你爱看，我们自筹的规划费里面，你就是爱的。我们刚好礼拜三最后一天。好，拜二，时间给你，卖讲拢议会拢无你时间。拜二若要看到这个乌纸白字正式的公文，就是安尼，三啊存一块。对。哦，这合理的，哦。哎啦，反正这条我来保留发言权啦，好不好？这拢保留啦，保留啦，哈、哦。好。啊，最主要拜二哦，哈、哦，这要注意听哦，要记录起来哦。拜二若要看到这公书，就是要备注哦，要写清楚哦。如果礼拜二没有拿到公文的话，就是补助的钱，哈、哦。没有啦，这一笔就是三，就是一元。就是说没有，就是要删的啊。对啊，就是没有，就是要删的、啊。没有啦，我先给你保留发言权啦，没有。没有附带决议表决啦，不要给你啦，附带条件啦。农委会已经答应，只是我落下讲过啊，伊还有一个。啊，你拜二个答应的公文来啊。啊，伊你着讲农委会有答应啊。是啊。啊，今仔拜几？今仔拜三咧。我那着甲伊原报。那边何你开了排时间呢？不是时间，是咱这咧掌握，伊是中央，伊嘛爱开会啊。啊，中央代表无重视这案啦，然后重视这案啦，迄有诶高铁也水坐去，水公司水落来啊啦。阿你听好无？拜二啦，啊、哦，拜二要看到你乌纸白字正式的公书啦。我来努力啦。会啦。哦，阿你这个案甲你保留发言权啦吼。对啊，做记录，如果没有公文没有的话，就是三到一元。附带条件啦。没有，我讲的就是这样子。你。局长，我们二三组以前哦，是哦，你这面几参多先哦，你爱把公司揭出来，好不好？好，好不好？好。那各位议员，各有什么意见无？来，微型文创园区，28页，这个500万配合款啊，因为是公共建设与设施费嘛。是。请问一下，这个是要配合什么？这个500万是要做什么？那这因为咱预估吼，这个106年要取得这个开发计划跟土地变更编定吼，那么106年那个局长，你对着麦克风，因为听不太清楚，好，您可以把它合起来。那这微型文创园区吼，目前咱是要这个106年要取得这个开发计划，跟这个土地变更的编定作为吼。嗯。那咱要向迄个经济部来争取这個开发。这些经费5000万、啊，所以咱你说要跟中央经济部争取多少？5000万，争取5000万。是，然后是要来做先期的规划。那相对咱来编这500万的配合款是安尼来。哦，好，那这个的话，整个开发需要多少钱？整个开发，因为咱将来嘛是朝委外哦，那我们这个土地也是租的，对不对？土地目前甲台糖还搁咧谈。有可能是主要，最主要那是朝合作开发的方向努力。朝合作开发，那我们大概需要负担多少钱？因为你给我的哈是租约要1.39亿，这是20年还是30年？这哪是30年的？30年租约要1.39亿哈，然后园区各项开发经费5.9亿。啊，五点九亿这是中央嘛要补助咱的吗？咱是1.39亿，就是迄个设定记账前的费用啦。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抱歉，这个、1.39亿就是设定地上权啦吼，就是权利金5100万，甲加这地租8700万吼。啊，若是开若采这个合作开发的话，就可以取得这日后分配营收啦。那、啊、当然看以后咱。所以这个以后又是委外。哎，对。我们又要标给人家。是。所以要 OT， 等于说我们下去建造还是 BOT？ 上 OT 还是 BOT？ 咱要家己起，家己开发，啊，较标给人吗？
咱要应该是采 BOT 的方式来经营。所以是啊，那我要请教你哈，我其实我对嘉义县政府现在目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弄那么多的开发案，全部都是 BOT 或是 OT 出去？不是都是担心开几笔钱，可是你要想看标的都只有这一个人下去标到而已。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就是针对说哪一个建商或是哪一个厂商哈，就是咱 Kiki 也好，你去营运。像我有一个点，我都觉得很奇怪，茶体验博物馆，好、哦，咱赶快咱是要去的，恁想要去对不？未来较标出去对不？标出去，甲遐人你赚钱尔嘞。啊，阿里山的茶农，你看人伊大家拢是家己去，啊，只要家己落去营运嘞。啊，是啊，咱来去一个盖一栋建筑物，然后让人家来标来营运。我们的获利是什么？还是说一赚一赚钱，那有抽口鼻香吗？不是安尼讲啦，因为委外哦、喔，现在政府所有的拢是先哦，委外去兼请这人事的管教费用嘛。无你来请这地员工，只有这個。啊，那标不出去嘞？标啊，你嘛知影讲人事费用是真高的啊。啊，那标不出去，大家无法度营运。啊，咱头先拢开这侪亿，拢一来一去的，唔着拢无菜去啊嘛。标会出，标会出，所以咱。啊，是等你退休了，你要来营运。每一个空间想讲。这些茶博物馆，咱都有这个哦，世界茶馆啊，迄个哦，台湾茶主题馆，还有茶空间。好，我跟你说，其实我跟你讲，针对其实嘉义县的任何发展，只要你们有办法跟中央要到经费的话，努力去开发有成果的话，我们都非常支持。可是问题是我们也要把疑虑或者是县民的疑虑告诉你们，如果没有发展出去的话，到底谁要负责？不是说也很多都是事务官来的，政务官来的，然后你政务官你来了，可能管掉楼里面，你拍拍屁股就走了，负责都是嘉义官民你拍的。哈，这一雄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为嘉义县的议员，为什么要把每一项经费要提出来，请你们说明清楚，为什么要做严格的把关？那我相信我也知道说，我们真的表决的话一定输嘛。可是呢，任何不符合，就是不符合县民期待的，或是我们真的去考量过之后，觉得说真的不应该花这个钱在上，我们还是有那个义务把它提出来哈。以上。因为咱家己关内编一寡经费来展现咱的决心，无你中你讲你电影拢歹配合款，这是讲起来话确实不通啦吼。好来，刚各位议员对咱文管局有啥意见无？哦，白娘。我请个文那个文管局长啦哈。你这个楼梯在做两堆，啊，开偌济钱？恁家无楼梯呢？我感觉你这艺术吼，几下我看了吼，拢真无满意。啊，这叫做记忆的台阶、啊。你这楼梯你这设计，你这款家己管理做两堆物件，地点你有未？即卖目前地点就是伫限制。对啊。伫管地这个范围。管区你管区你这到底是做几件啊？限制啦吼。你做恁家恁恁家门口呢？不是我。你做恁家敢无楼梯？哦，你个设计一个楼梯尔，你下点做一个，后生你去看，你唔爱讲一个合理的，对唔？啊无恁家无楼梯。白娘，白娘，迄白娘是啥物楼梯？白娘。伊就设一个楼梯尔，咱无咱厝个楼梯安尼尔。哦，阿姨的回忆啊，这个台阶下。1800万的艺术品，公共艺术啦。台阶啦。哦。对，你像这个做淡水，你嘛有地点，我们知影。你到时安那开？我感觉你真浪费阮家己国民的一钱嘛。恁家无楼梯呢啦，咱家都连厝无楼梯，我请教一下，对无？啊，你这个楼梯你敢下淡水？你要有阮下地点，有迄个观光价值。这是一个，哦、我绝对同意你开。这是一个创造家吼，伊、哦、的迄、那个。一个创作的发想啦，吼。厝拢有，对唔？你是，你讲创作，这个创作的我跟你讲哦，你摕钱拢破人的腰肚啦，哦，你这设计费偌济？啊，拢总含一点仔意义都无嘛，哦，你这开1000万，你这楼梯甲价值偌济？你甲我讲。应该啦，伊迄、哦那个。你这楼梯安尼做安尼，价值偌济钱下伫底遐？你爱甲因讲，阮家己全民甲来。你顶家所算的大概一件106万。啊！你这楼梯做偌济钱？106万。180万。106万。105万，我管。伊这管是250，啊宽是315公分。哦，等于就是咱的厝比这较宽淡薄啊，尔啦，啊宽多尔。1234567八十。
拄啊八层，拄啊咱一楼呢，还无一楼咧啦。哦，你这个楼梯做1,050,000，你迄个下梁堆，你吸引什么观光客？你唔着有一个说明还看？我相信讲咱在座，只我只当然无一个有看到你这。你做这个楼梯啊？因为咱这边先吼，因为我拄我伫后群，我看这个楼梯，你这做站都用看，哦，我都唔知影。这有一个成果发表会，对无？刚做这个楼梯的型尔，你刚开始1,050,000七站，哦，八站啊？哦，八站，哦，八站，你开始1,050,000，你咧下站堆来去恁拢，吼人下人来包围人，因兜可能拢总无楼梯啊啦，是唔是咧？有在欺骗人？人来甲咱参观，哦，你开始涨钱啦，对唔？本席认为讲真正浪费咱嘉义官民的血汗钱啦，哦，啊无你，和咱这当然在坐车你看这楼梯，做咱开始1,050,000，有合理无？哦，啊，哦，你看你咧做点对，你甲我讲，是管区，管区咧下底啦，管区，啊，即卖伊。十二月，咱有一个现场的交流，了后咱去台下作品。哦，你系连管地啊，管地这里去啊，你我讲了啊，管地这有几个在给你看？你做八层的楼梯，你给我开1,050,000，啊！来来，我80,000给你做到，我来做。啊，对，因为我连啊，我起过厝啦，啊。遐讲话五折倒啦！你甲你啊，向我啊，你安尼做兄弟安尼无够格，你怎我伫我尾下底？哦，啊，我80,000，你发50,000安尼，怎我伫我就无意思啊！伊1,050,000呢，我甲俗已经两挂落来安尼，我只甲做八成尔嘛。哦，无啦，我只甲做八成尔。哦，啊，你若做兄弟，你怎我伫我就无意思啊，拢认真，对。你这个安尼啦，卖讲80啦，卖讲50啦，我做65给你做，你有法做无？做像你这个，吼、哦，头拢遮啦。无啦，八爷，八爷。安尼你袂嫌啦，啊、哦。无啦。你做人你甲我讲，我叫人来白起啊，哦，安尼好无？你看要弄一个好好，让嘉义县议员，我们全部的议员，每个人看多少艺术品，我们都来当艺术家，都来做好了。好啦，好、哦，真好谈的，做一件真好谈。可以做啦，可以做啦，啊，做看要哪吼修改啦，看要哪字要哪啥，要哪修改啦，就是讲看那个俗的无啦。好，最后一个哈，32页。好，我最后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其他人有没有意见。来，32页下面有一个嘉义县古迹历史建筑紧急修复计划啊，这个预算去年编的是800,000，那今年是175,000哦，为什么增加这么多？是要做哪边？啊，原报告吼，伊像即届即个梅溪台风吼，咱即个175,000伊旧年吼，他们讲风灾较少啦。啊，伊即届你像迄闽祥迄日式招待所，这伊倒安尼，阮嘛是爱编一寡钱去做紧，这是较紧急。可是梅溪台风，你说如果因台风受损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报中央有那种灾害救助的、啊，就灾害补助下去做维护，不是吗？是将伊迄个经费落来较慢，那、啊、咱这是算紧。你说什么？强调紧急修复，要去紧急去处理。所以这个是紧急的才可以做吗？对吧？所以这是不是？这100,000而已，这无多呢。哦，所以是说因应说怕有风灾来，然后我们要去做紧急修复的。对了，好 ，OK。那有当无用到，无用到啊啦。好，谢谢。哎，咱各议员，谢谢啦，大家拢真辛苦。哎啦，啊，猪脚帮我传的啦，鱼柳传的，甲副鱼柳传的啦，传猪脚无恁食啦啊。感谢各议员的，啊，咱的一级主管，啊，佮感谢咱的媒体先生小姐吼，咱两角的审查总议程来，啊，感谢恁啦哈，哦。啊，谢谢！啊，二读三读的先吼，会记来啊。那个局长，所有的今天你都知道，议员把关要让你呈现出未来性的问题，你好好做。但你主席，哎，为什么都没有讲说我们这一次讨论之后，结果到底谁保留谁？哎、啊，那个魏连姐书，我改报告一下，林宝班议员哦，自我捌伊到今，伊唔捌遮生气的啦。啊，所以今仔日伊的议题会遮生气，
一定有原因的，所以你私下爱甲请教一下。主席，主席，我讲吼，主席，后边的会议啦，我讲啦，后边的会议吼，特别资料顺畅，啊，你若甲我表决的吼，我就甲你揪落来啦，含表决都无你表决，主席大家站起来。